有些是问题就是大家等一下用客气，我们会有发问的时间。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吴建明老师吴建明老师他会好好自我介绍一下，以及介绍蔡老师。很高兴看到各位一个月一次，然后很多没有看麦克风，麦克风没开在，这样好吗？很高兴看到大家啊，然后有很多老朋友、新朋友跟以前一样都是卧虎藏龙。刚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客气啊，说自己不知道这个题目一无所知其实我知道你们心里其实很笃实知道很多事情。那我应该介绍一下叶浩老师的话，叶浩，他因为之前都是青凯来开场嘛，那因为青凯现在人在欧洲嘛，所以我是特别拜托那个叶浩过来帮忙的。好，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者洪振华，蔡洪振老师。我跟洪振是老朋友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跟他谈话是在敦化北路的一家咖啡厅，那家咖啡厅现在已经好像没有。是一家面包店，叫不曲子的，你们知道，这么一家餐厅、面包店和咖啡厅。然后那个我还记得，我们坐的是蛮高的椅子然后是大理石的桌面。那我们那一天就在那边谈哲学，谈中国的发展。那已经是，我想已经超过十年了，十年前。那可是那一天我们谈话内容绝对会跟今天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产生太大的变化，这十几年来。那时候我才刚毕业回来教书，洪振正在写《洪振文》对，那时候我就对洪振要做的题目非常兴趣嘛。那蔡老师，洪振是哲学出身他是台大的哲学系哲学所所以他很扎实的逻辑哲学的思考训练。然后呢，到美国去，他就是专门研究世界体系他到世界体系最有名的一个学校叫做苏黎，就是纽约州立大学。宾安顿分校，宾安顿。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学校是世界体系这个理论，的那个创始人 Wallerstein 所创办的社会系。那他不止在那边有个社会系，也有一个世界体系研究中心这样的组织，所以就是集合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研究世界体系，研究这五百年来全球发展这个大的历史过程最优秀的一群老师跟学生，青年学生。那所以洪振就在那边读博士。那他的老师里面有好几位台湾的学界可能都耳熟能详最有名的一位就是 Benedict Anderson， 就是中文怎么翻译？安德斯想象的共同体那本书的作者。对，那本书就是胡瑞瑞的翻译，那本书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那洪振就是指导教授里面有一位就是。好，那今天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我们在论辩中国因素这个系列在发想在讨论的时候就跟洪振一起讨论决定。那今天是我们论辩中国因素的第四场。那这个题目就是要谈世界体系，然后在世界体系当中中国的崛起，我们应该怎么样从世界体系的发展去看中国的崛起。那中国崛起之后，这个中国因素怎么样影响到台湾，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那各位大概很清楚，最近有一个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就是很具有争议性的事情，就是文化协议那我们知道，文化协议在几乎是在台湾一般人民，包括在立法院立法员都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这个态势之下签署所以引起轩然大波。这个事情还正在发展当中，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的关心那其实不止文化协议，文化协议只是开了一个头。其实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从中国来的各种压力或者对某些人来说是吸引力会排山倒海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今天这一场演讲算是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崛起以及对我们台湾的冲击那。因为洪振的训练跟他的关心他不只是要从宏观的角度，从总体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崛起对他的影响，他会进一步从他关心的社会民主的价值观去切入今天的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蔡老师。
时候跟建宇讨论的时候是要讲世界体系与中国崛起，那这是我一直以来演讲的题目。那为什么会讲世界体系跟中国崛起？因为中国不管是衰落、清朝时候，或者是崛起，它一定因为它的规模，它的衰落跟崛起一定是具有世界史，它一定有两个世界结构。那所以如果要看中国如何崛起或如何衰落，你一定要放在整个世界的规模来讲，那才会有。他我以前的衰落怎么样？今天可是今天我们要讨论要加一个面向，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中国因素，台湾的中国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另外面向是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我研究的初衷嘛。我关心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跟台湾有很强的关系，我们的命运跟它是绑在一起。那所以，我今天把这三组哈两组命题啊，世界体系跟中国崛起，还有中国崛起跟台湾，这把它放在一起，为了把这么庞大的题目，用很短的篇幅把它放在一起，我不可避免的做了很蛮抽象的这种反应啊。那这个可能出自我哲学的本性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听到大家好像很多人都想来了解世界体系啊。那等一下我们。如果你们觉得我讲不够的地方，那我们再讨论，那时候就会再补充。那基本上你要用世界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的崛起以及台湾的关系，这么一个时间很长、范围很大的分析议题的话，那你一定要把整个复杂的经验事实用某一些原则去挑选出来，你才有办法逻辑性的把它组建成一个世界观点，一个世界观这种观点。那你的原则，我们选择的原则，就反映了我们背后的价值。比如说，我选择自由主义的原则去看待中国的崛起跟世界体系的关系，我选择重商主义，我选择霸权均衡的理论，那背后一定反映了我心里面选择的是什么价值。所以，作为我们一个台湾人在讨论中国因素的话，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体系下的中国崛起，必然反映了我们心里面的台湾价值，这是我的逻辑思考方式。那所以我会问我自己，我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来理解世界体系下的中国崛起？有什么价值是台湾社会最高的价值？下一章。自由，自由是一个最高的价值。两个理由，为什么自由是最高的价值？第一个理由是所谓道德形上权。什么叫道德形上权？简单讲就是说，你要把人当作一个道德的存有的话，你一定要预设的一个概念，它的概念就是自由。为什么？因为人做一个道德存有，只有他自由的选择，他才会是一个道德存有。只有自由的选择，人才是一个有尊严的，而且有主体性的。所以人的道德存有，我们的伦理性，我们的公共生活，什么是应该要做的公共利益？那凭什么我们要求一个人牺牲他自己去完成公共利益？这前提是要完成那个人个人自由才行。那这是一个形上权的理由。第二个实践的理由，所有其他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民主，它的意义是什么？你一定要预设你是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讨论，而且自由的结社、集会结社去游说他人、有权势的人改变他们的想法。你一定要预设这些东西，你才有办法真的讨论清楚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和平、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做民主的大复兴。比如说民主，你说台湾很民主吗？你看中国大陆说我是民主，只是他们的民主跟我们民主不一样，他们有他们一套民主的程序。这时候呢，有时候中谈听到中国说他们也是很民主，有时候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就是说，大家看到黄飞鸿哈，他跟他的弟弟有十三一只狗在吃的，然后十三姨就很高兴的一起吃，哎，很好吃，这什么肉啊？他们就说这是狗肉这样子，然后十三姨就受西方教育长大，他就花了四色，然后落荒而逃这样子。黄飞鸿下了一个看点，我觉得很好，他说每一个人爱狗的方式。这些价值怎么厘清？你要预设自由，所以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原点，所以它是最高的价值。所以自由是我认为
台湾要面对中国必须力图保持的东西，这是一开始的一个选择。根据这个选择来谈台湾跟中国崛起的关系，那中国崛起跟世界崛起的关系。好，下一张。那为什么台湾在中国谈，我们跟中国谈很多事情，谈来谈去，很多事情都会卡在一个最基本的事情，议题上面，那就是主权嘛。你看那个轮船啊、飞机啊、什么服贸协定啊，那我们两办互设办事处啊，你可以不会挂国旗啊，那个就是主权。为什么主权会这么重要呢？那很简单，因为你没得选。从过去400年来，整个世界上，你把地球想象成画成190个格子，把每一个人都要这190个格子。你今天跟另外一个人互相区别的身份是你的身份是国主，你会说你是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这样的区分，而你不会说你是佛教徒、你是天主教徒，或者是说你是劳工、你是日本教徒，或者是你是男人。我不是这样在区别，我们是用国家来区别。那这个区别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意味着你是接受不同的司法管辖权。原来司法管辖权是充分实践你自由的最基本的根基所在。你去新加坡，你在那边吃口香糖，你就会被人家取缔，这就是人家司法管辖权。那你在台湾监狱里面，你喝水也是不行，就是人家司法管辖权。所以你要不为一个人的选择自由，在现在这个当代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护卫你的选择自由，就是你的国内司法管辖权。对外来讲，那个就叫主权。所以国家主权是护卫个人集体自由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它防止了其他国家的专断的意思来干涉你的生活。下一章。可是哈，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只是当代这400年来世界体系的一面而已。除了一个个别主权独立然后互相竞争的 nation state 以外，这些 nation state 是被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绑在一起。所以民主国家虽然互相竞争，可是我竞争所要累积的物质基础是靠着彼此的经济合作。你可以这样想象，就像古罗马那个竞技场，两个人被绳子绑在一起，然后互相拿刀互相捅，大概就是这种比喻，大概就类似所谓的世界体系的概念。所以基本上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互相连接的全球化市场，它是跨国的 transnational 跨国。我们今天谈讲全球化，所谓的 globalization 就是 transnational。因为它跨越了国家，资讯的流动 ，transnational flows of whatever， 跨国的流动，什么流动？金流、物流、资讯、犯罪，跨国的流动超越国家的管制。我们常常讲它是全球化特征，有人认为说民主国家已经结束了，没有了。对世界体系来讲，大概400年前慢慢的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特别是大概19世纪以后，从西北欧往外扩散。英国加持到工业资本的能力往外扩散之后，这个结构就已经定义了。我们一直都是跨国的流动，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是完全被一个民主国家控制的话，不要说民主，被一个国家控制，整个市场是被一个国家控制，这叫帝国。古代帝国叫中华帝国，他把所有的那个商人阶级全部放在他的管辖之下。商人无所逃于这个政治的控制的话，他不会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只有资产阶级可以在各国之间游走，他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抗衡那个政治的力量。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在于说，民主国家的所需要的物质力量需要资产阶级跨国资产阶级的合作，可是跨国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需要个别民主国家跟他配合。红海，你去中国投资，你要跟中国政府要谈判嘛？哈，可是他好像没有口。OK， 所以这里面两个既合作又竞争，个别的 nation state 跟一个 globalized market，
所以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除了这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是巴勒斯坦它最基本的概念，后来有很多人修正这些概念，你们看那个 Frank 然后 Rudy 啊 Chestnut 他们很多修正的概念，修正到最后已经不成其我觉得不是很喜欢这个概念，我这边好像蛮喜欢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喜欢那个 World System， System 后面加 S 这样子。那我用巴勒斯坦最原始的最严格的概念，那这个概念除了这一个最基本的民主国家跟全球市场之外，它还有一些特色。那我本来想跳过，但是刚刚大家讲说我想了解的是什么，那我就想好，我讲到三个特色。这个结构基本上不是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子大家可以互助合作共荣均富，没这回事。它很清楚的是资产阶级不平等，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在市场上是更有优势的。可是这个优势不全然是来自于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人格，这一点他跟马克思的概念是不一样。但是要接受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它的本身就是不平等，阶级是不平等。第二个，国际之间的阶层化是从依赖理论来的，整个世界被分成三个，一个叫做核心国家，一个叫做半边陲国家，一个叫做边陲国家。这个是它改善的，依赖理论是说边陲核心嘛。那他加了一个半边陲，这半边陲的概念很重要。这个如果大家想要理解，我们怎么在哪？那第三个是说，整个体系的变化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可以理解？他说有，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大规模、长时间的观察里面，你才看得出那个体系是哪，是怎么走。这个是从 Bordell 那个 Fernando Bordell 布劳戴尔的历史社会学来。那没关系，这个我们如果你们有兴趣。再来下一章，我现在讲的是说，对应于我们改变人民的选择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跟你讲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个别的民主国家之间的主权改变方式，就是我是个民主国家跟你那个民主国家，我直接改变你的主权方式，那怎么样呢？就是战争，把我的司法和其他权直接灌注到你头上来，你不遵守，你就是死。那这一个做法，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很快，它很直接。只要我武力能够压制得过的话，那我就直接踏过去，就改变你的主权状态。可是它缺点是什么？它的代价非常高。你想想，你如何杀死人家的先生、爸爸或儿子以后，你还要求别人听你的命令？通常是你只要一不小心转身过去，人家被害者、受难者起来，刀子就给你从背后就给你插下去。你如果能期待他会遵守你的指令，而且在你的指令底下去完成社会跟经济的分工，有利于你的统治，那是不可能。所以那个统治的代价非常高，而回报回收很低。你去占领那块土地的人，无时无刻不想，就无时无刻就是想推翻你。你说苏联对？阿富汗，你说美国对伊拉克，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有一种方式嘛，改变一个国家的主权，就是我不是通过民主国家之间战争，我是通过连结民主国家的市场力量。这种方法很间接，所以做起来很缓慢，因为它是通过市场的机制来的，而市场基本上是理论上。是立基于自愿性契约行为，我是劝你来买，我设计各种方式，循循善诱，诱拐你来进行我要你做的事情。买这个有多好，多棒啊！你来听我这种歌曲，可以获得多大的身心灵的疗愈啊，什么等等。所以市场的力量，它虽然很缓慢，它很间接，可是它一旦做成的话。因为你是出于自愿的，因为它是用吸引你进来的，所以它的权力的正当性很大，而且它的效果很持久。然后它能够在吸引你来之后，因为你是自愿嘛，自愿加入的嘛，所以你会自愿的参加这个活动，你不觉得你是被迫的？这个做法基本上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对全世界大部分时候的做法。那美国在台湾，大家都晓得家庭计划。我们现在谈人口老化，家庭计划就是美国的生意。
美国人设立的家庭计划的概念如此之深刻，以至于到今天大部分的概念都认为孩子生多的家庭是品质不好的家庭。可是你知道我们以前的概念不是这样子，以前我们并不见得说孩子生多叫做，我们说是多子多福，是多福气。以前我们认为孩子多子多，可是美国人转换了这个概念以后，到今天即使我们生孩子已经生得很少了，我们这概念是改不过的。家庭计划是美国做的，土地改革是美国做的。第一个劳动保险的是美国要美国做的，这整个过程里面，美国对全世界的操作就是通过这一个互相影响。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后殖民，就是我不用占领你的土地，可是我会要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而且你会很甘愿、自愿的去做我要你做的事情，是被支配者会自愿的去做支配者要他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后殖民的，就制造甘愿的啊。而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就是从第一种慢慢开始第二种，现在他用跨国界的市场力量进到台湾，改变你对中国的印象，建立起一套中国标准，不称中国，不称中国大陆，称美帝。这种改变通过市场力量，它会逐渐的从你社会的根基跟你掏空，那慢慢的你就会。你可以做自由选择，可是你会做他要你做选择。他看起来很少压迫性，可是他更具侵略性。下一张，举个例子，下一张。他可以不签两公约啊，你叫我签人权保障，我不做这种事情，或者签了我也不履行。可是、啊、中国共产党会继续来啊。等到你哪一天你要邀请一个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他共产党就停止，这个已经发生了。他可以举办我是歌手啊，台湾的歌手就那边，可是举办者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他们这个节目绝对不会邀请江蕙或伍佰，任何跟台湾特殊的文化关系会连结上的，他会把他加以排除，以至于你现在常常看到的电视节目就会是中国主流，他要你看的东西，那你慢慢习惯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才叫 是主流的。这才是对的，很多了。现在发现，你可以，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你都可以在台湾的各个层面发现。我们说旺旺在买这个苹果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大家抗议啊，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三立跟明视这两个叫做声誉的吗？你去看他们的电视节目，特别在明视，哎，这比较明视叫做民进党，你可以发现说他们。几乎每一次的新闻播报都有直接从 CCTV 剪下来的那个新闻片段，直接都放着，完全没有修改。不要说中天跟东森都这样做了，连三立跟民视都这样做。那一些中国的新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哦。你是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到什么浙江有人跳楼啦，江西有什么大水淹过啦。小伙掉到井里面啊，然后警察赶快去把他救出来啊，然后你会觉得越来越习惯说这两边其实是同路，你越来越习惯中国的词，越来越习惯中国的新闻播报方式，你越来越习惯没有法轮功的新闻报道。民视我还看过一个最好笑的，竟然反问都市的农民工，说政府要求企业家有补贴，他们高温过热的时候要补贴他们的劳资津贴，高温的津贴。访问完了又跑回来访问台湾的民众，台湾的劳工，台湾劳工就很羡慕中国政府替劳工创造了很多社会福利。这一种对事实的扭曲程度，在台湾大概只有独立乐跟他对抗。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用这种方式从社会的根基去。讨喜你的基本的世界认世界观的认知。下一张，哦，这难道又是中国元素吗？因为有些红字啊，就跑出来。好，我本来一直在想说有哪些好的例子来说明给大家知道，现在大家大概都不用我说明了，反正我们马上就要过来了，一列出来，有人说食衣住行。生老病死，我告诉你，连死后的世界都是中国管，观音妈祖啊、关公啊这些。所以胡妈咪这个事情就是跳过了，因为报道很多。
我特别提一件事情，我其实我一直跟有机会就跟有权力的政治人物提啊，或者说跟社会大众在课堂上提，台湾的老化所需要的长期照顾，这个我没有在其他地方提，但是我特别因为这个机会再讲一次哈，下一站。对，我这个原来是红色的，现在变成蓝，那是。联合国有基本的那个概念叫做 potential support rate 哈 ，ratio， 潜在支持比，什么意思呢？简单，很简单，那个没有不困难。一个社会要能够运作下去，一定要有三个年轻人，一个老人，一定要需要三个年轻人，也就是年轻人的人数除以65岁以上的老人，必须是三，必须是三，低于三，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运作，这个叫潜在支持。那大家看一下啊，这里有6条线呢。基本上是不同的生命假设的哈，那你们大家不用在乎，你就看蓝色线，因为既然蓝色我都要看蓝色线。蓝色线基本上就是我们台湾的总生育率的方式，根据这种总生育率哈，我们计算出来的潜在支持比是多少？在2005年的时候，台湾大概有7.4，哦，你7.4比3多了2倍半，对不对？很安全啊。可是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大概在多少？在6点多，也不错啊，也2倍这样子。可是接下来10年，看看会怎么样？你说这个假设3:1合不合理？我讲一个概念，大家都知道。我们联合国的假定是说，老人如果占所有人口的7%的话，那叫做老化；14%叫做重度老化；20%叫做非常老化。那3:1是多少？老人是人口多少？1/4的20%，那是比重度老化再更老化，所以这个假设其实是合理的，就是3:1你就很难维持下去了。大家看一下三在哪边 ，PR 三在哪边？它在2028年。现在这个时间可能稍微要往前拉一点点，因为我们总生育率现在才已经破了1.0了，往前拉一点点。假设2025年，好，2025年我们的年轻人就不到3了。三个年轻人，一个老人就分不到三个年轻人。那我跟各位讲啊，人口推估是非常准确的，人口推估你可以几乎就是事实，因为人口的变迁，除非战争或者是彗星撞地球之类的，地震都不会死那么多人，火山爆发都不太会影响人口的结构。那所以这个人口的变化，大家可以当作就是事实，它其实非常准确。那个历来人口学的推估大概准确性都是99%，我们社会科学如果60%就很爽，对吧？就觉得这真是太准了。人口学研究大概99%，98%他们就用比较准。好，这个就是，也就是大家把这个当成事实。2026年左右，我们的 PSR 就到了3，到了3以后你自己生不出来，那你要怎么办？移民，输进，大家看一下啊。下一张，假设你要维持三，那你要输入多少？这个就是这个，你到了2027、2026、2027那边，你人口就会往上跑。为什么？因为你输入，为了维持三，你必须输入的人口就是这样子。那个大概多少？下一张，台湾一年要输入30到40万，才能维持三。请大家记得，我们从1990年代末期一直进外企配合，包括陆配合，进到今天，我们才40万人，整整快要20年，我们才进了40万，这是一年就要30到40万，20年以后，它就是600到800万，当时的人口大概是当时人口在2到3千，台湾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我要跟大家解释一点，就是说，除非你台湾开始用英文做 working language， 就像新加坡那样子，你有华人，你有印度人，你有马来人，全部讲，大家全部都说英文，除非你把台湾改成新加坡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你大规模一进来这么多人，你不可能大规模的一进来一群人语言跟你不同的，那通常意味着风俗习惯跟你不一样的，那很容易会有生活上的冲突，族群上的冲突，所以。大规模的移民必然来自语言文化相近的地区。哪个地区可以给你这么多人，而语言文化规格也很相近？你们自己想看。而这个因素，可是人道的因素哦，可是人权的因素哦。
祖国可以为了你啊，台湾的老人很可怜，没有人照顾，所以虽然我有老化的问题，但是我反正没差我13亿人，拨一个小小的零头，600到800万过去这样就好。所以到时候台湾人必须基于人道的因素，照顾我们老人家，去接受。所以我们大家要少赚这样子，然后看着会不会看着眼睛很不舒服？会。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看。对对对。对对对。那没有差，没有差。后来因为人的话是技术性问题，他是跟上很多涨的。哎，这不是我们要变形金刚，我们要收钱就涨。对啊，三张。所以啊，这些通过市场全球化市场而来侵入台湾社会的这种公民社会的交往，这些全部都是公民社会的，它可以完全不涉及你的主权政策，表面上不涉及的。这些公民社会交往的形式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保持形式上你是主权选择是自由，可是实质上你的选项是被限制的。换句话说，即使有一天在做的最好的情况之下，即使台湾有一天可以举办公民投票来决定你的统一未来的话，那一种投票都是带有政治的倾向性。那个时候可以做的时候，大概就已经确定投出来的会是什么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庆祝统一前的一个意思。公民投票只有这个效果。下一张。那为什么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影响台湾会特别有效？很多人就会讲说啊，你那台湾社会啊，你台湾社会就是讲一句大家常讲爱极细的，就台湾社会就是喜欢钱嘛，用钱以前就用钱看不起人家大陆，那现在呢大陆有钱了，你知道就输啦啦。很多人都这样解释台湾社会。对，我承认，我觉得台湾社会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指数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话，这样的解释太负面了。我们先问说，那台湾什么会这种指数呢？那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接受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一个概念，它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这个东西是我认为啊，是从蒋经国的务实外交来的。我们知道1971年啊，我这样会不会被考虑大神？所以尽量我们 OK 1971年那个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然后之后3个月以后日本就跟我们断交了，然后接下来就一连串很多人就跟我们断交，因为美国已经表态了我跟中国交往，所以1971年以后台湾的外交部就连断交过，一直断一直断，断到1979年整个中国正式建交。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蒋经国怎么去应付这个由于外交灾难而衍生出来的内政主义政权的正当性？因为你作为世界上和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个立场就没了嘛，所以你对内的戒严法你也没有理由可以实施的吧，所以你国会要全面改选，你中国要改选，你整个政权的正当性都不见了。那当时候蒋经国当然所谓的催化性政策开始开放中华民代表政治选举，吸纳那个本土的政治力量，一部分的反抗压知识精英。另外一个就是蒋经国在面对这种外交政治场合的失败的时候，他推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务实外交，用强化台湾的经济力量跟人家的经济关系来取代失去的政治关系。表面上我在办事处啊，我是农耕团来帮助你耕作啊，实际上我是从这个地方来深入你的那个社会根基，然后影响用从这个社会根基影响你的政治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方式，通过全球化的市场来护卫台湾的主权。所以蒋经国这务实外交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战后最标准的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子，所以台湾政府在那个时候必须强化经济力量，因此他必须有意识的，那时候最明显的就是做那个十大建设。十大建设基本上就是一个重化学工业，把以前轻化学工业塑胶啊、纺织啊往上游发展，轻油炼油自己做，然后从轻油炼解整个一条龙的垂直整合，然后利润全部都留在台湾手上，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台湾的经济能力。
从这个过程里面就培养出一批台湾的资本家出来。你看王永庆这个做电信例子，他从这个下游到中游，然后到中游，最后到他也可以做清流电厂。可是当时候蒋经国在的时候，那时候虽然培养资产阶级的力量，可是资产阶级的力量是牢牢控制在一个威权国家的手中。那时候资产阶级是不敢做出违背国家指令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讲，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累积他的资本，是来自他听命国民党的指挥。所以那个时候的重要的资产阶级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面，顾政府啊、高清茂啊，这些人都是在里面。所以蒋经国的务实外交其实是一个国家控制市场来维护主权的一个非常好的操作点。下一张。可是这个务实外交后来因为三个因素它逆转，本来是通过世界经济维护台湾的主权，现在反过来通过世界经济人家入侵你削弱你台湾的主权。因为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全球跟区域的经济，整个全球经济在1973年石油危机做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逆转。在这之前，全球的经济基本上是以维护国家发展 （national development） 为主的世界经济。虽然它维持全球的自由经济的发展，可是这个自由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步给个别国家的发展目标，它容许这个样子。那个机制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再讨论。那机制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那个，你可以讲说全球凯恩斯主义，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个专业名字叫 embedded liberalism， 镶嵌的自由主义。它是自由主义，可是它是容许个别国家发展自由主义。它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由 IMF、World Bank跟 GATT 哈 GATT 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个布列顿森林协定去执行，以美国的美元为主。所以很多人在讲 IMF 啦、World Bank 啦，这布列顿森林协定，这是华盛顿共识的，这是新自由。没有，一开始在1973年前，它不是新自由，它是维护国家发展。那1973年会出，1973年之后为什么发生这个转逆转呢？就是因为整个1945年到1973年啊。那个时候是因为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所有的设备基本上都清空了，那产能只要你做得出来都卖得出去，所以整个那个过程叫做 Golden Age 哈，那个整个你们过世界经济史都知道，就是黄金设备，你只要做得出来就卖得出去。那个经济成长很快，薪资成长也很快，所以在一个高速成长又可以所得劳工所得提高的过程里面，整个经济是出现一个繁荣共存的局面。但是到了1970年、1960年代末期，1965年以后，整个世界经济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边际生产的利益降低了，因为好生产的东西都已经生产，好赚的都赚完了，剩下不好赚的，所以每投入一个生产单位，它获得的那个 return 回报越来越低。那你工资上涨推高了那个价格。可是你的薪资成长跟不上你的你的薪资成长跟不上价格的上涨，而这个过程里面又刚刚好，好死不死又遇到了石油危机，中东俄乌战争导致石油危机，石油危机的价格推升的石油危机，造成一种结果就是你消费能力很低，但是你价格还是一直上涨。理论来讲，应该是我们一直消费嘛，你买我买我买，这样价格才会上涨。现在是你都不买，大家都不买，可是价格是上涨，因为石油推升的那个成本上涨，所以。整个石油危机造成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它停止 stagnation， 它停止经济停止，可是它还是 inflation， 它也是经济的增长。这个凯恩斯主义没办法解决，因为没办法解决，所以国家跟市场的关系重新被检讨。那在这个地方，市场重要性越来越强。过去就是因为国家管制太多，领导太多，所以它失败了。现在我们应该让市场解放市场，让市场去发挥它的作用，提高生产力，它才有办法带领大家走出这样的一个 stagnation 停滞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整个讨论的风向就转向说，以国家领导的角色，政府的决策不见得比一般人
更不重视私营的贪污啊，政府那边贪污啊，你把国营事业，你把自来水、电啊、邮政啊交给国家，那不见得更好，因为政府官员也会贪污啊，他不见得会，国营事业不见得会重视公共利益。而且在台湾我们体会很多嘛，对不对？好像台电啊，你不给他涨价，他就给你限电跳电嘛，他不见得会追那个追求公共利益。即使他愿意追求公共利益，他也不会做得更好。所以下一章这个逻辑最清楚的，我没有写在上面，最清楚的就是1979年财经政府完全逆转原来的那一个受规模的体制，除了他们的医疗系统还是维持公立。不过陈启仁夫人他是带动这个风潮，他是改变你的思考方式，真正把这个东西推往全世界的结果是1980年以后的雷根政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府做出来的，才会有全球的改变的力道。那1980年以后，雷根政府就开始用这一套方式去要求那个拉丁美洲国家，主要原因其实很好笑，不是自由市场，是因为美国那个时候债务欠太多了，他的外债，所以他必须借全世界的融资，借全世界钱来还他的债务，所以他调高他的那个利息，结果让全世界以美元计价的钱回到了美国的手中，美国的利率在1983年又飙到最高。那因为那个油资回到美国的手中，以至于那一些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是变高的，因为美元已经短缺了。而谁欠最多呢？就是第二次金融危机的拉丁美洲国家。为了要偿还他们债务，美国就来了，就说你们就是要实施这一种，你们要做你们有比较利益的产出。什么叫比较利益？你不要再发展什么你们的重工业啊、电脑啊、电子产品，你们应该是什么？去种咖啡、种香蕉，那个才是你们的比较。你们比较会种哪个？你比较会种咖啡，我比较会卖飞机的。那拉丁美国国家从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整个把他们不必要的什么儿童营养午餐啊，这个需要，这个自来水的供应啊，这个要改民营化比较有效率啊，电的供应、铁路供应。你们知道拉丁美洲国家的那个自来水跟电力公司跟铁路运输系统是美国芝加哥的新闻市场在控制的，所以在拉丁美洲国家就完全按照那一套那一个所谓的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ject 结构调整方案在进行。那你知道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化是非常虚伪的，是美国一方面叫人家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他自己呢，他自己从来他是 Beyond 的 liberalism， 这是在自由主义之上的，他自己本身完全不受自由主义经济的控制，他继续借钱，继续违反自由市场。美国的经济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啊，因为全世界流通公认的钱就是美元嘛，可是这个美元刚好是我家印的嘛，那你家就是我家，你家的东西就是我家的东西啊，所以我只要印美元就可以换你们家的电脑、汽车的。所以他们美国人曾经非常傲慢的讲说：“日本人真傻啊，你们做一大堆汽车、电脑、冰箱给我，我们只要印一堆纸给你就好了。”事实上，他可能连纸都不用印，为什么？因为这些美元到了日本人的手中，到了中国人手中，到台湾人手中，你会拿去买他的外债吗？为什么？因为你那么多的美元，你必须要在安全性跟利息之间、获利率之间做一个平衡。那谁最安全？当然是买美国的外债啊。所以，哎，琳达，嗨 ，Hello， 来，真爱琳达哈，大家都在想。我是他的学姐。他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他是沃斯森的，我的学姐嘛。好，那所以到最后，日本人会把美元再拿回去买美国债券嘛？那美国债券是放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放在美国财政部。所以理论上来讲，美元是没有印出来的，大家双方面记账就行了。你就是不，美国市场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运用全世界的资源，然后他用全世界的物质生产能力不讲，他还用这种
消费能力来要挟你，就是我们在比赛就看到，美国的外债再多不愁嘛，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欠银行100亿，那就是银行的问题了嘛。那美国在1985年哦，它不止，它一开始在1980年到1985年之间，它有个所谓超体301条款，拿来威胁这些东亚国家。你卖我很多东西哦，就是因为你管制关税啦，就是因为你币值升值啦，就是因为你太差的劳动环境标准啦，你们虐待你们自己的劳工啦，所以你才会生产那么便宜、超过便宜的东西来卖。我买那么便宜的东西，其实是受害者。所以你们要降低你们的关税，所以你们要提高你们的币值。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1985年对东亚影响最大的这一个所谓的开战后嘛，广场协议签订的那个东亚国家，你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体系在这里边清清楚的告诉你谁叫做核心国家。当他们有难的时候，他就更改游戏规则来符合他的利益，他把那个代价改变的代价推给你拉丁美洲，推给你中南美洲，即使是日本都可以这样子更改。那因为他要求日本以及四小龙币值升值，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当币值升值的时候，你的那个劳动力成本跟那个你去外面买东西比较划算嘛，但是你出口回来换钱就不划算，所以它不但造成了台湾的东西变得越来越贵，因为你的币值上升，而且它迫使台湾的资本，四小龙那个东亚国家资本开始往外流动。所以从日本开始往第二梯次的四小龙再往东南亚，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台湾是投资东南亚，所以1988年开始，台湾的外资开始往外流动。那一阵子大家可以，我不晓得大家有印象吗？台湾那时候股市狂飙，就是这个币值上升的结果。突然之间，大家变得非常有钱，像现在的中国大陆一样，外汇一直进来，然后人民币还一直升值，大家变得非常有钱。一滴的那个五粮液嘛，算过一滴的五粮液10块人民币，一吸吸的五粮液。那台湾那个时候股市狂飙到12000点，连和尚跟尼姑都进去开股，因为他保存市里面的资产，要不然你的资产会缩水。好，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全球跟区域的重整，让台湾哦开始不得不对外开始投资，然后让台湾的资产经济一样越来越强。下一张，他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呢？资产阶级会跟国家抱怨，我有汇损。是啊，我们那时候中央银行的确是吸收那个汇损，我们中央银行那时候买很多远期的那个美元买进来，去挡住那一个汇率上升的那个趋势嘛，多到基本上好像是台湾的外汇的几分之几，那个资料稍微忘记了。国家花大家的钱，外汇的钱。去帮资本家吸收这个汇损的那个汇率的损失，那由上而下台币升值，导致了资本家的汇损。但是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力量，就是1980年代美绿岛事件之后所引发的这一种社会跟政治风潮，让土地的取得不容易，让环境影响评估通过的几率也越来越困难。所以，以这个由上而下的新台币升值的国际经济的压力，相对应的是由上而下的力量，导致你资本家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困难。所以，整个80年代，台湾有很多超额储蓄，就是钱越来越多，但是不投资，资本家还是霸占。那最明显的就是89年那个王永庆，因为6轻的关系，谢谢。因为6轻计划受挫，他找了8个资本家，包括陈友好在里面，8个资本家之一，非常清楚告诉你，这种资本家之一，台湾的社会还真好。那下一张哦，资本家之怒之后怎么办呢？我们的国家机器就开始公营事业化。那公营事业的话，就是把过去国家控制的上游资本密集的公营事业开放给资本家投资，这是最好赚的部分。为什么垄断？那当然，你可以发现这个过程很复杂。这个开放给资本家，不是所有的资本家，不是中小企业主，那想都不要想，
基本上大资本，而且大资本是亲国民党的大资本，用这种转换，特别是包括刘太英所控制底下的国民党的党产，党产吃了很多国营事业，那用这种方式，国营事业其实是逃避立法院的监督，把全民的资产给偏了，百分之五十卖给国私人机构，那就变成是民营的企业，这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资产阶级威权国家退位，资产阶级的力量上升。那我要提醒大家说，这个过程里面，民进党的立场跟国民党立场是没有差别。大家如果有记忆中有记得，那时候民进党一些自由派的学者写了一个叫《解构党和资本主义》，也是要卖国营事业，他们的立场也是这样。所以整个台湾的务实外交，在这种区域的经济变化跟国内的自由化跟民主化的过程里面，慢慢走到另外一种国际上的发展方式，就是国家的务实外交告诉你，国家的意思要靠资产阶级。而后来威权国家退位以后，那就变成国家依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马总统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这个啊，他说为什么工资升不上去？因为什么？资本家赚的不够。同样的逻辑啊，为什么我们要降低遗产税？这样资本家才愿意把钱汇回来投资，大家才有工作。这个整个的逻辑就是告诉你说，资本家你要侍奉他，让他活得非常舒服，他才会把剩下的一些渣渣给你吃，人民才会享受到他的利益。下一章，其结果是1990年代以来，这些资产阶级将越来越膨胀，对国家越步步紧逼，他以全球化为名。你不是叫我产业要创新吗？每天给我注税优惠啊！我买什么设备，你就要给我注税优惠。你不是要我要跟留台湾吗？好，那我劳力密集的事业做到中国去啊，我要技术密集留在这边啊，技术密集你就要我注税优惠啊。等到注税优惠拿到手，他还照样机器搬到中国来做劳力密集事情。所以这整个过程是，他用投资罢工的方式让国家一再的扩大烂。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资产阶级，而是后来资产阶级前提，并没有因此而停下他对那个中国的那个产业外移。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对中国的投资是在2000年以后直线上升。所以那个什么陈水扁说，我那个是完全无耻，不晓得在讲什么。它是一直上升的，然后到马英九里面，它继续上升，它在高点里面再上升一点，幅度不是很大，因为该去的都去了，大胆吸进其实没有，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大胆不大胆，因为全部都吸进了。那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选择结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它可以让资产中国越来越可以通过对资产阶级控制，而去影响党内的政治跟社会的那一种想法是什么？那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2年跟他做到去，大家都看到。所以，好，下一张。所以这个来到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台湾的中国因素，中国为什么可以通过世界经济来影响台湾的主权？那中国在1992年南巡之后重新确立大开放，那1992年以后，它的外资那个上升，你真的去看那个图，那就是直升机的上升，它的土是这样子上。那跟这个外资进来，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同时跟着上升了，那个对外贸易啊，那个外汇储备啊等等，那个一起都上升。但是特别是有一点，就是19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台湾在这之前基本上还有南进政策的一些分散的活动。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人民币不贬值，在这个过程里面人民币不贬值，它成为一个经济成长的
挡住舞台下面跌倒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97年跟98年以后，东南亚国家认为必须要一个东亚区域经济，才有办法去抵挡金融风暴的过程里面 IMF 对这些金融危机国家的落井下石。趁机，这个基本上是在 IMF 跟华尔街那些人是有一个共谋，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肆收购那些危机国家的那些便宜的资产。那因此东亚要有自己的一个区域经济，所以在那个2005年以后，这个 WTO 的杜哈会议谈判迟迟进展不开的时候，那很多国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多人谈，180个国家谈不行，那我们自己私下，我们先3个、2个、1组，我们先谈一下，容易谈。所以从2005年以后，所谓的 FTA 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 Free Trade Agreement 啊，自由贸易协定，就是2个国家谈，或者3个国家谈，或者是 ASEAN Plus One， ASEAN 6+1谈。中国由于它的经济的规模，导致它很容易变成所有这个 free trade 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啊。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大家都往来的对象，那你跟我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后，我跟你免关税以后，我自动当然就是所有跟我签的国家都跟你免关税了。那我就是一个 hub， 我就是一个中心，其他人只是我轮走出去的一个肢体。那中国因为它的经济规模大，它跟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它就流失。而不幸的是，中国它要求各国跟台湾不能签 FTA， 它只能通过跟中国的关系 ECFA 的关系，让台湾跟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发生这种非正常。而这个就是马英九总统说服大家，你一定要跟中国这个 ECFA 的关系，你才有办法迈向世界。所以，这是整个中国在区域经济的优势的地方。那下一张，可是哦，这种中国对台湾经济整合的过程里面哦，就会让中国这个经济体有一些特质，它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后果，它的经济跟社会的后果特性哦，会通过这种经济的整合输到台湾。什么后果？我们今天这样讲说，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去中国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是不管你怎么讲这市场经济，它的结果，如果你用贫富差距、阶级支配、资产私有化或社会阶层化来看，中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非常清楚的一个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那这个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怎么构成的呢？我们说啊，是开放 deregulation 嘛，去管制啊，错。它完全是一个国家强力管制下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布兰尼在讲，自律市场是一个神话，从哪个自律市场呢？市场总是在国家的控制底下变成某一种市场，所以中国的自由市场、去管制的自由市场，完全是国家再管制的结果。下一张，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资本积累是很快的，大家不要以为改革开放前中国都是计划经济，就是很落伍，都是没有成长，不是不是，这样理解就错了。毛泽东时代的资本积累是很高的，怎么个高法呢？为什么会高？是因为它压缩了农业的投资，挤压了农业的剩余，投注在工业的那个部门上面。这个在毛泽东的话叫做两条腿走路，听起来好像又是中国的一个发明，具有中国特色，不是，这是整个战后经济的一个 通力，基本上是通力。你想其实很简单，战后一个农业国家，巴西也好，印度也好，那个中国也好，一个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当然是挤压农业剩余到工业资本来了，这几乎是通力的。只是中国跟印度跟巴西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的挤压农业剩余做得非常有效率，非常高强度的压迫，可以强度可以高到发生大跃进那种饿死好几千万的事情。那时候是说2000万到3000万，他现在李克强之前做统计局长的时候承认他是看你怎么算啊，那个孕妇算一条命还是两条命？那如果那是两条命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数字可能超过5000万。好，那所以整个改革开放以前，
整个中国的资本级别就是立基于对中国农民的高强度剥削，这个强度是如此之高，以致农民会逃亡，农民不会去留在他的农村里面。那因为逃亡，所以国家才要设一个所谓的户口制度来阻绝你，一定要再给我留在农村。好，那下一章，用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把某一群人人为的压低他的工资，这个就是1992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后进发展模式，它的比较经济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谈廉价劳工，没有谁生下来他的劳动力就是廉价的。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廉价，是因为雇主不用付他的退休金，雇主不用负担他的医疗保险。你要是工作时候受伤，对不起，你自己花钱去修补你的劳动力。他们孩子自己上的教育，政府也不给你补助，所有住房这些通通都没有，所以他们的劳动力价格是廉价。简单的讲，中国农民在计划经济时期，它是维持高级别的发达，在所谓的自由经济的时期，它依然是高精经济资源力的那些牺牲者、垫脚石。有些所谓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甚至强调血汗厂是中国的后进发展的史。我们可以做到每个国家做不来的事情。下一章。不过你要知道，人哦，人不是生下来就变。要变成劳动力。资本主义的积累有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就是说，所谓的 market society 市场社会，就是这个社会是按照市场原则来组建。什么叫做按照市场原则来组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变成市场上的商品。那所以市场社会要求一切的东西都变成商品，但是另外一点，你就会发现。人不会永远把自己当成商品，所以我们人活下来，这个劳动力本身，人不是为了劳动力而存在的。我们人除了经济的存有，我们还是个道德、宗教、美学的存有。简单的讲，人其实要求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这个才是人生活最终极的目标嘛，对不对？你是为了你要跟家里人相处，你是为了要有去娱乐自己。让自己觉得 很有归属感，你才去赚钱、啊、所以你赚钱是为了成就自己，你不是生下去为了赚钱。可是资本主义有一个内在的基本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你问一个资本家为什么你要赚钱，资本家赚了钱在干什么？在投资嘛，在投资的东西是什么？赚更多的钱。赚更多钱干什么？再投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常，而且是完全违反自然的事情。你从来不会发现这个地球上有任何一种生物，比如说一只狮子抓了羚羊，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雇更多的狮子去抓更多的羚羊。那抓更多羚羊是为什么？雇更多的狮子，抓更多的羚羊。如果你在中世纪告诉人家说你赚钱是为了投资在赚更多的钱的话，他会告诉你，这个一定是被魔鬼附身。这基本上是非常反常的事，而这反常的事情构成今天整个生活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汉人常常批评原住民说：“啊，那完了，那最懒惰啊！今天只要你发给他工资，他明天就不来，那才是正常的生活。我有了钱，我当然是去娱乐自己嘛，跟家里人唱歌跳舞嘛。那汉人干什么？有了钱干什么？我赶快再去。”跳出来洗澡赚更多钱，这个才是很奇怪的事情。那这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在韦伯的下一章，在韦伯的说法里面，就是你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下一章，韦伯在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告诉你，资本主义里面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你的价值体系，你本来是要追求伦理的生活，你跟家里生活，你的宗教的超越，美学上的超越。可是你却为了累积资本，你把宗教的哦道场要越办越大，信徒要越来越多，还分那个金卡银卡这样子，然后美术馆要越办越大，然后拍卖车价格越来越高这样子。那这些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完全被沦为资本积累过程的工具。
为什么这些价值行为变成工具性？我有个说法，就是因为那个过程，新教伦理的过程，因为资本的积累带有宗教伦理，在新教徒里面，你累积更多的资本，只要你用合法，所以你辛勤工作，你累积越多钱，必然是神对你的事工的满意，所以他给你的祝福，这个就是宗教的根源。所以既然这些钱是神对我的嘉许的话，那我赚的钱当然是不可以花啊。而且要越赚越多，我要这个钱是神的，我要保存这个钱，让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神高兴。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超级那个超越的根源，后来变成当资本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开始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时候，宗教的根就被瓦解了。我是这样论证的。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下一章，资本积累在整个世界市场的意义哈，它有比韦伯想象更深远的。他从重商主义一开始，资本积累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成就国家。所以是民主主义，是那个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一个人不断积累，一个集体不断积累的最终的动力。民主，在你民主的大我里面，你个人的局限性得到永恒的升华。所以，为什么那些中国农民工可以被要求牺牲？因为你是为了伟大的民主复兴牺牲。好，下一章。所以整个中国的基本的资本主义的成长方式，高速的积累乃是由于国家之所以会用专断的权力来牺牲大多数底层的人的幸福，那就是源自于他们有一个。民主主义的追求，那可是这样的做法会使得中国经济力量不断的膨胀过程中，中国的社会跟政治因素会往全球，特别是对台湾输出，因为中国对台湾有民主主义的使命。那它对全球跟台湾有什么影响啊？对全球跟台湾一样，第一个，输出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一个所谓 China price， 中国价格。没有人再比这个更低的，啊，你也没办法改变他，他说多少就多少，因为商品就是利息，它在它的一个连劳动力的定价能力，那他定这么低，其他的国家怎么办？没办法，只好跟着低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90年代以后福利缩减，是所谓的威斯的巴黎向下沉着第一个结果。那第二个结果，他中国可以利用他超长的资本累积能力。来指挥他的自家，以及过去国民党所培养出来的地方头人的网络。所以台湾的地方派系现在的老板可能不只是国民党。下一章，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整个台湾现在对整个台湾跟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基本上有几个特征啊。2000年以后急速上升，那2011年以后台湾对外投资有八成都到中国去，三角贸易这个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总部跟中国的厂叫他直接出货到美国，然后拿美国的信用状，这种三角贸易已经超过50%。那这种三角贸易的结果是什么？台湾的公司付的劳动力都是付给中国那边的劳工，所以那一边的 GDP 是算中国的。那台湾有没有 GDP？ 有。台湾赚了什么 GDP？信用状来到我们这边，钱进来了，啊，付给那边的劳工，那我们有结余嘛？那就是算他们结余，是我们协调，我们协调的酬劳所得。可是那一些 GDP 是算在哪边的？不是算在台湾劳，因为在台湾没有劳工啊，没有雇佣劳动力啊，那算在谁的？公司的盈余嘛。那公司的盈余分给谁？股东嘛。那股东是有买公司股票的嘛？简单讲，你要有钱买股票的。越有钱卖股票的，那就是赚越多，就资本利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那个薪资所得越来越低。由于劳力密集产业移出，台湾的工会组织越来越下降，台湾工人越来越没能力。那工会的虚弱化以后，工人的劳动条件是越来越差，最明显的是台湾现在的非典型就业。派遣劳动、弹性公司、变形公司，老板叫你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来。
叫你一次做12小时，你就不要做，要不然别人也可以做。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不愿意做，那你就失业了。你不愿意，但是你得失业，由于这些产业结构的转换，非自愿的失业就超过50%。它这个结果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赚的 GDP 都是赚资本利得，而不是薪资所得。所以我们的 GDP 的成长跟我们薪资所得的成长是越来越分裂的。1990年代以前，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跟薪资成长率是同步进行的，整个90年代就开始下降，薪资成长率是啊，对不起，我这个打错了，这个是那个经济成长率6.3，薪资成长率呢3.8，这差很多，差一倍。2000年以后，你看看这个我再次打错了，200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3.4。我们的薪资成长率是-0.6，显然这已经是一个跟全民，你国家的存在如果是以民众福祉为目的的话，而不是以民族复兴为目的，是以民众福祉为目的的话，这个经济发展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个国家的阵营。下一张，再下一张，你看一下，直接看图就看得很清楚，红色的是我们薪资所得，蓝色的是我们资本利得。从90年代我们开始，整个中国经济开放，然后新台币升值，外资开始，台湾开始对外投放资本的时候，的过程里面，资本利得就越来越高，到了2000年就高过于薪资所得。所以你在台湾要靠你的薪资存一点钱，几乎是不可能。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它不可能，因为人口老化的因素让你要交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大概在34%。未来的年轻人一代必须很诚实跟你们讲，你们基本上是一个有两种，一个是没有希望的人，有两种特色，第一个你们是没有希望的一代，第二个因为没有希望，所以你们可以选择两件事情，一个是去自杀，另外一个是革命。你如果跟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同构化、同型化，台湾的资产阶级就会跟中国的资产阶级一起分享自由化的优势。台湾的新闻报道都会报道说：“哦，中国市场很大，为什么现在那个法拉利的那个展览会都去中国开？那个会场里面进了100台超跑。”中国的富豪在开了一个礼拜以后撞坏了50台，因为那个超跑需要特殊的操作技巧，一台3000多万的台币的超跑，中国的富豪开盖把撞坏以后面不改色啊，就往往就算了。那你我们家刚好就在那个监理所的旁边嘛，每天就看那些车子在车检，超跑那个跑车真的多好。我以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跑车，现在好多跑车，很多跑车意味着很多权力，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财富的累积一定是集中在大多数，大部分已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超跑一定是意味着我们的贫富差距差，台湾的劳工会越来越难民工，说没有啊，那民工很可怜，他们才拿比如说2000块的人民币。我不是，你不用这样比较，应该比较是农民工领的叫做维生薪资的 subsistence wage， 够他生活的薪资的。台湾的工人越来越领的钱就是够他生活的薪资，两者会趋向于这种维生工资的。这个就是中国因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下一站，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所谓的 free market 不是一个 free society， 刚刚好相反。Free market 一定会变成是一个 enchanted society， 因为所谓的社会，为什么？因为所谓自由市场是指社会主见的原则嘛，是以市场自由市场为主。而你越讲求市场，简单讲，大学教育是不是可以当成商品？如果你认为大学教育这种商品，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钱就不要念大学。当你越讲求市场的原则的时候，你就是让资本家有更大的权，有钱的人有更大的权力来干预你的生活，所以在一个自由市场里面，谁拥有完整的自由是最有钱的那个人。
它有完整，它有剥削劳工的自由，你没有你是劳工，它有污染环境的自由，你不让污染，它可以走路啊，它可以投资大公司，它有垄断价格的自由。看那个中华电信就知道，你没有能力跟他谈一个月月租费是多少钱。还有你看医院的那些手术，你不会跟医院谈那个手术要多少钱，还价还价。还有要求政府租税补贴的自由，还有金融不动产炒作的自由，还有完整自由，而你我只能我没有领工资的自由，你不见自由，你是领工资。好，下一张。可是人哦，各国家他之所以一个国家为了人民的福祉，是人民的福祉有哪些权利是基本的？T.H. 马雪曾经提过一个概念，他说人类历史过程在十八世纪出现了所谓的民权，这个打错了，这个公共哪边？民权 ，civil right， 民权。什么是民权呢？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财产自由。包括生命的自由，所以那个什么大普士农户啊，那不愿意拆啊，我们公投来决定，那他师傅要不要拆，这个完全没有民权的概念。那你干脆公投看那四个人要不要把它枪毙啊，那不更干脆吗？那十八世纪，根据马歇尔啊，十八世纪在首先出现这个公那个民权，十九世纪就有所谓的政治权，为什么？你如果没有结社、参政、投票的自由，那你的财产跟这种言论自由很容易被剥夺了。政治人物他就会运用他的权利来剥限缩你解释哦。因为我签了一张那一个原地原址重建，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手机你要全变的哈，这个是扼要的，随便他讲的。你除非我有选举啊，然后抗议、结社、自由。到了二十世纪哦，就有所谓的 social right。社会权为什么？很简单嘛，下一张。我今天如果是计程车司机，我如果生病，我要去看医生，我就要去筹措我的医药费的话，去奔波去做更多的工作，来筹我的医药费的话，那所谓的参政权、有意义的公共讨论，对我来讲是空的东西啊。所以，你只有在社会权。能够对经济的弱势保障你活的是一个有尊严的公民的时候，那所谓的参政权才是有实质意义，政治权才有实质意义。所以简单的来讲，前面那一张，前面政治权保这个社会权保护政治权，政治权保护民权，民权是为了要维护一个人生存，人之所以为人的所谓的 freedom 自由。那这一。或者你反过来讲，因为自由，所以没有民权；因为民权，所以政治权要来保护它。因为我要完全的施行政治权，所以你必须要社会权。这是一连串的逻辑。啊，当然有人批评说马歇尔这个讲法是英国的讲法啊，那德国不是嘛？德国一开始的社会权是在政治权之前。等，那细节我就不现在不涉入了哈，就直接讲这个所谓的基本的人权，它有这几个层面，特别是政治权和社会权。下一章。再下一张。那你知道我们那个民主守护平台曾经提一个台湾自由人宣言啊，里面要求政府，中国政府要签两个公约。那这两个公约其实大家就对应这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政治权，一个 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的政治，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今天我要签。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任何被一个政策所影响到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到决策的过程里面去。我被影响到，所以我要参与决策，这是一个民主的基本要件。所以，服务贸易协定被影响的人，必须参与这一个决策的过程，不是你签完以后就告诉我说你要接受这个东西，这是保障你最基本的形式权。那第二个，那个金色文的那个国际公约，其实就是说，你要有效的参与公共参与，你一定要有实质的物质生活。那物质生活不是维生的生活，你要受足够的教育，你要有体面的生活。什么叫体面的生活？是每个社会会有不同的规定。你可以说我们的平均性经常薪资的80%，比如说这样定义好。那我们台湾的平均性经常薪资大概是四万三、四万四左右。80%大概3万6左右，
国家的退休金要达到3万6，一个月要领3万6，这个才叫做有福利国家。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的话，那你这一种 liberal democracy 是个空洞说法，那个就呼应了我刚刚讲的东西。这一次这个演讲一刚开始讲，你如果没有一个实质的社会基础作为台湾主权的支撑的话，那个基础会被掏空的话，那你的公民投票，没有一个形式的公民投票，基本上是一个带有欺瞒性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如果你只有投票反正每次你就会投一次嘛，政党要投完以后他要怎样你也拿他没办法的话，那这不是一个实质有效的人民参与跟自由的社会。所以下一章，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在逻辑上一定是一个 social democracy society。可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民主的制度，它要立基在一个社会团结跟社会信任上。所谓社会民主，指的就是你的参与，你如果保障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体面的物质生活。你如何保障这个？陈光标曾经来到台湾撒钱，他的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凡事只要手一伸出来就有。可是王林刚才讲的是，当你手往上伸的时候，你要你的尊严在往下放。你手能够往前伸，是因为你先把你尊严往下放。而我们的一个社会民主，就是你不需要放弃自己的尊严，你也可以在生病的时候，你今天得了血癌，你不需要放弃你的尊严去跟他行乞，你才可以得到医疗。为什么？因为别的同胞会帮助你，通过健康社会保险，把风险分散到其他人，每个人都出一点点钱，那有少数人得到很重的疾病的时候，我们那个钱会帮助他。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团结以及社会信任。我相信今天如果过世的话，我的孩子跟了我的没有工作的太太讲，他没有改嫁的话，那他可以领到其他同胞的给他的支持，我们年轻的支持。所以他是立基在一定的所谓的 social solidarity 跟 social trust。 台湾的民主现在就是没有台湾的democracy 民主政治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不相信政党，我们也不相信政治人物。而我想很抱歉的讲，中国人没有这个东西，也没有社会团结跟社会信任。而中国的经济，它的社会跟政治的 implication 的含义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事实上，中国经济现在就是卡在没有这个东西而上不去，因为你的金融资本跟服务业之所以上不去，是服务业某种程度就在相信对方。下一章，所以台湾经验如果有什么可取之处，就是因为台湾因为脱离了过去那种威权的方式，那种压榨的直接国家威权的国家直接压榨劳工的方式，慢慢去了解到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少数精英所定义的民主的伟大主题。而因此反过来讲，中国因素对台湾最大的冲击跟损害，就是它可能摧毁了台湾好不容易才慢慢在萌芽的所谓的社会民主的制度。这是我今天的演讲，谢谢。
怎么影响到新的世代未来生命的前景。然后呢，忧心忡忡的跟各位年轻的朋友说，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你们的生活会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呢，跟各位说哈，各位不是要自杀，就是应该起来革命啊。那没有人会选择自杀哦，集体自杀，所以未来的可能性就是在行动啊，行动的可能性之一就是革命。但是革命定义是什么？或许待会可以听听大家各自的想法。我们知道胡霸协议正在台湾吵得沸沸扬扬哦，会懂的情况吧。那上个星期民主平台跟两都还有十几个 NGO 团体曾经办了一场胡霸协议的社会重启的小型研讨会，那我自己也去参加了语谈。那在那个语谈的内容当中一开始我讲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民主平台发表的自由人宣言吧，这各位都应该是多少有点清楚。可是我就开场我就讲了一个观点吧，就今天那一天我们去讲胡霸协议那胡霸协议其实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底下全球化的一个协议其实是一种 FTA 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形式。所以那天开始我就说了，其实我们自由人是反对自由化的。那我就要解释说，为什么自由人要反对自由化？因为呢，自由人的自由概念是一种政治意义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跟解放。但是呢，经济自由化底下的自由化，其实根本跟自由无关啊，是一种市场挂帅、市场垄断，然后由国家扶持特定的资产阶级的一种市场的管制性。所以呢，自由人是反对自由化。那刚刚听完蔡文正老师这一场演讲的话，我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他把这个观点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好，那现在我们请叶浩叶老师来帮我们主持这个问答时间。好，叶老师也是哲学系的教授啊，是在政大，不是政治哲学的教授是吧？对不起，在政大的政治系，没错吧？对。各位大家好，我刚没有自我介绍，我是叶浩，我是在政大政治系，我其实跟蔡老师一样，我是大学跟硕士都是读哲学，后来才转政治的。那其实喜欢的讲法和看法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我在想我的教授开放，让大家来问，然后每一次呢，大概就是有三个人好了。那也有三个人，希望今天可以有多种的不一样的问答哈。那我们先请今天应该有好多最后面那一位先生谢谢。那个我大致听了以后呢，觉得非常很感佩，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疑惑哈。第一个就是那个蔡教授您提到。这个市场经济的那个资本积累的动因呢，在过去是韦伯他讲的那个新教伦理嘛，讲那个最主要是生发学的意义上嘛。那在当代，您特别强调的是那个民族主义嘛。那我会觉得纳闷，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台湾是不是第一例啊？或者说，它说明了台湾的国家它的民族主义跟台湾人民是相悖的。姑且不论说内部的分配争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台湾的经济的那个资本积累的整个走向明显不利于整个政治存有，那他为什么还执意要往下走？那是不是就违背我们说这个至少是近代通则，说台湾的国家他对这个资本积累方向竟然是反民族主义，至少是 ROC 这个赞成的民族主义。那么这样我会看说，那么我的另一个疑惑就是说哈，这里面好像这个中国是有点外部化的，就是事实上中国只爱一个比爱一个，那这个对我们的规训力量，它制度化出来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偏见、自然化的偏见，事实上可能对于我们接轨到对岸，对于我们习以为常、习焉不长的这个对岸的这个吸引力，是不是它的作用力是更加直接的？是我另外一个疑惑，谢谢。对不起，那个第二个问题，中国什么东西制度化？外资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中国什么东西制度化，外部啊，对，就是有点是不是我们在谈中国因素的时候，因为一般谈这个就是非常，我不晓得是不是大概近十年来这个范畴的自然化现象，就是说对岸是中国，此岸是台湾，事实上此岸还是一个制度化的中国，那很多人在进行国民化的工作，那只是说他可能取一个俗名天名叫台湾，那事实上这样反而让我们在做概念思考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偏误，就是我有观察。好，第一个啊，我问你，这位先生，那个蔡老师讲的那个改变主权的两个方式哈，就是关于你的第二个方式有没有一个实证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拉丁美洲来看哈，那个之前是西班牙，然后十九世纪其实是英国，它的这个控制方式其实是有抓，那到那个二战之后是美国嘛？那第二个主权，按照蔡老师的说法是说，透过这个相互连接经那个市场的力量来取得这个司法的管辖权哈、哦。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算是一个不同的历史来看哦，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这个北非的部分哦。那格达费在被这个干掉之前啊，事实上就已经宣布了他是犯了这个战争罪，要接受国际审判。那另外，我们比如说这个智利的独裁者，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这个，他都有被这个国际审判。那事实上，这个国际间对于这个犯罪啊，其实就还是有一定的国际法在制约，那就这部分请教，就说改变主权的方式，就是说透过市场力量拿到那个司法管辖权嘛。那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实证啊，实证的例子是什么？那第二个比较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国际上还是有国际法的制约。好，谢谢这位先生。那好，第三个问题。那我想请教蔡老师几点，就是首先您讲的自由我可能是比较直对我。可不可以就是请您多解释开来，您所提的自由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以基本那种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还有那个无支配自由样子来看待您所讲的自由的话，我自己是不太能理清，所以不晓得您就可以帮我们是把这个就是更了解这个。那第二就是说我也比较好奇您刚才讲说那个文后老化要三个年轻人去支持一个老，这是怎么一个算法？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新加坡今年初有一个这个人口白皮书，那这个就炒得很红火在新加坡。那就是后面为什么他们也是用这种算法？那为什么是用这种算法？是那个并不是在那个真正并不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经济你劳动效率可能高一点，是不是就是你那个年轻人支持这个老年人这个比率可以改变？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也就是比较好奇，就是您在说就提到像中国它欠经济，因为它经济利益呢就是牵着或者约束别的地方它的那种选项。可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出去换香港的话，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经过这个更紧密经贸协议，他们经济是越来越向中国大陆那边靠拢。不过我们是看到说，在香港他们那个名义上是越来越反这个大陆，然后反而是越来越想这个就是突破这种约束。那这种现象请问您是怎么去解释？好，谢谢。我们有三个问题，那我请蔡老师。关于那个台湾的资本机构为什么会让民主主义化，这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还有民主主义吧，还有一些很强的国家认同，不是这个，是我们说我们是台湾民主吗？我们有共同的
想的民主基因吗？那是一个 nation 一个民主。如果没有的话，那台湾资本主义当然就不会是为了民主主义。那我刚刚其实解释过了，台湾一开始的资本主义是在威权国家控制下，那个资产阶级在长大。可是后来这个威权国家退了，那同时上升了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资产阶级力量，另外一个是公民社会力量。理论上来讲，由上而下的国家民主主义，以前蒋经国跟蒋介石给我们的国家民主主义，就是说我们是中华民主，对不对？那民主化以后，这个力量越来越小。可是我们由下而上的那个台湾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哪边？它的根基在哪边？我会讲古老话，就叫做台湾人就叫台湾民主主义吗？还是说没有？我们是一个 civic national， 是一个公民民主主义，因为我们是在台湾司法管辖体系下的全部这群人都是台湾民主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有建立这个概念的话，今天我们对中国投资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所以我们对今天中国投资基本上它可以把台湾商品化，切割成一块一块，然后一块一块的那个收买，这个背后就反映了台湾的民主认同是非常非常薄弱。所以台湾的资本积累是在这样的历史变化过程中，由上而下的国家民主主义不见了，但是由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并没有办法强大到去对资产阶级的力量去加以遏制。我认为是这样的因素使得台湾的资产阶级在行资产阶级啊，照我老师华的思想的话，资产阶级是真正的全球公民，他没有国家认同。那当然可以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有哪边是鸟嘛，对不对？哪边有资本积累，我就去哪边这样子。HTC 是中国的品牌，当时候你发展出来的时候，你爸爸也是叫做台湾的经营之神。那所以我是可以随时认同各个国家。那所以你放任资产阶级力量越大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 national identity。所以没错，台湾的历史刚好跟中国不是。那换句话你可以这样反过来讲，就是说中国现在有一个国家由上而下的民主主义。我说那个中国农民工之所以为了民主的认同而去自行自治，那不是农民工自由选择，那是上层的精英跟你压下。那如果这种东西拿掉的话，原生的中国民主主义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当时候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江南的士绅是发起东南自保运动，那是你家的事，跟我家长江里还没有关系。中国民主主义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坚强，在历史中贯穿整个历史。所以这一点来讲，对，您讲对，就所以我的那种话也许要 irrelevant， 就是我讲的那个命题基本上是有历史性的，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政府现在一个超强的资本积累就是压榨农民工，那它的理由就是民主的伟大复兴来说服其他的人，就那这个少数的牺牲是有道理，是为了民主伟大的将来，就是此案还是中国。这个命题我一直听不到，你意思是台湾有中国的指数，是这意思吗？非常具体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嘛，这个整个国民教育的比重，基本上法律运作那个都实际上还是中国，而且事实上不止法理嘛，就它的那个制度上、情感上也都有亲近性嘛，它的单纲群体也都有亲近性。我的意思是，事实上，是不是岛内的几个重要行动者，他们的一个倾向性也需要考虑考虑。我在这个地方分析的是，台湾中国的区隔是在于国家主权。所以我今天可以很喜欢唐诗宋词，事实上我国中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学，我每一篇都念五遍。那我最喜欢那时候之所以读哲学，是最喜欢读中西方文学，哦，中山堂君毅这样读，我一直都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直到我到国外去，在康奈尔地下室翻了所有以前台湾的战前史，我才知道那个政府在骗人。那种愤怒基本上对他讲的时候不再信任。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中国的指数，就像美国他可以阅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见拿枪跟你英国队干，那这个不妨碍了，就是重点在主权。我们可能
们是文化的，你这个观念只能，你在这方面适用在一个情况之下，就是所谓的 ethnic nationalism 族群民族主义，因为我们同样的语言，我们同样的风俗习惯，所以我们应该是同一个民族。可是我讲的是公民民族主义，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族群，所以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啊，那个因为跟我不同司法管辖权，所以他们是另外一个民族，比较是这样的概念。啊，第二个是说市长控制的例子啊，有没有一种方式就是我占领？但是我通过市场控制没有打架，这有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拉丁美洲啊，在1970年代开始进，到1974年以后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进口替代，就是第一次就是说，比如说举例子，他们会生产黑白电视机，啊，希望由此提升他们的工业能力。可是等他会做黑白电视机的时候，黑白电视机的利润又很低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是要看彩色电视机。所以外国的投资者说，哎，我来给你彩色电视机的技术，那怎么技术呢？你就要先投资一个设备，那要投资设备，你没有钱对不对？那你就是我可以借你钱。那个时候谁借拉丁美洲国家钱？就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团，那些曼哈顿 Chase、City Bank 那些最大银行团。那些银行团为什么要去选择某一个政权在某个时间借钱给他们？因为他们的资讯是来自于CIA 告诉你，你现在去投资，你看这个没有什么保证。所以那个时候 ，CIA 告诉他们，整个银行界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国家不会倒，你借给私人公司，私人公司会倒，那你的投资就失败。可是国家不会倒，很不幸的国家就倒，他就破产，投资失败。那国家倒得很麻烦，就是你再大的资本家，你跑到了这个国家跟他要钱，他如果不还，你要怎么办？他有战车，他有机枪，那、啊、你一个资本家，你有钱的人那种，所以那些资本家拿了欠债的国家没办法，可是没办法，他就怎么样，回去找自己老大哥啊 ，CIA， 你当初是你告诉我说这个政权可以投资，而我也是配，其实那个政本身也是配合整个美国的外交系统，他扶持那个政权上来，所以 CIA 要出面来帮他，怎么还呢？是啊，整个美国出面的就是把这些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债务从商业银行转到 IMF 上面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这些国家偿还那些商业欠款，而 IMF 就因此掌握了这些国家的那个贷那个欠债，通过这些国家的欠债，你现在这个国家比如说智利。你欠多少钱？为了要偿还这些外债，你就不要再进口替代，你不要再梦想你要做什么彩色电视机，你要做什么汽车工业，你乖乖的要去出口你的那个硝酸鸟粪啊，卖香蕉啊，卖你的咖啡啊，卖你的葡萄酒，这个才是你这个国家的比较意义，整个改变你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所以这个就是我不赞同统一，但是通过这一些市场借贷改变你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拿到国家的文明啊，你说这是文明殖民，啊，殖民就这叫做后殖民啊，就是我不用占你的土地。那他没有拿到司法管辖权，刚才说司法，刚才定义是说司法管辖权。你想想看啊，你们国家能够发展什么产业，都是在我的手中。你国家发展的目标是我帮你定的，你的交通建设甚至是我来规划的，那你的国家主权是什么意思？你谁可以当上总统，搞不好都还听我的意思。所以它是一种很 formal 的方式，它不用军队直接的行使，没有 legal， 没有法律跟刑事的程序来命令你改变你的国家主权，可是它让你自己会做出要你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这是一个所谓的后殖民的方式。也求我做，你就一无所为了。他手法很细腻的，他不会那么粗鲁的，就他让你相信你是自愿的做出对你自己有利的。虽然你对美国老大哥有利，但是至少是你自己有利。现在很多人要我们相信跟中国签文化协定，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你对你自己也有利啊，你可以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便宜的服务，然后你可以享受中国更大的市场，他至少让你这样相信。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国际审判嘛，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一个更明显的意思，就是说智
况去，表现，跑去欧洲被那个欧盟抓起来审判了，然后，这是人类文明人权的象征了哈。你可以想象今天欧洲的法律是不可能审判江泽民，你可能会说你违反法律，江泽民就会被审判吗？这种文明要建立在国际现实主义之上。我觉得主权相对独立，那真的是马尔蒂夫国家的主权在联合国的位置可能跟美国位置一样大小，是你真的相信它的影响力，它的主权完全独立于美国的影响之外。所以世界体系它就很清楚地告诉你，国际是有阶层化的，有核心国家、边界国家。所以你讲的这个审判有可能产生啊，可是那个产生基本上是利基于，OK， 一部分的文明一样，我承认。可是另外一部分是很大一部分是要看你国际现实中你的力量对没有。第三个问题哈，自由是什么？对，你讲的没错，这个地方我没有非常清楚的定义，法理的自由啦，经济的自由啦，那更不要说去谈那种所谓的积极自由或消息自由，free from， 我有免于什么的自由，或者我有 liberty， 我要求你要做什么自由，很多人在讲自由基本上这两种，那我这边是两种物质非自由，非常的 domination。对，那我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很空旷的，在解释说，当中国跟台湾经济越来越有利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受到限制是什么？而那种限制会让我们形式上好像有所有的什么 liberty 啊、freedom 啊，可是实际上你能做出来的选择其实就是那个 range 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个事情。那PSR 我觉得非常谢谢你，因为我刚刚承诺跟大家讲为什么你们是悲惨的一代，但是我没有讲啊，忘了讲，刚好有人发言，顺便提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劳保那个整个破产啊，就是劳保的盈余整个付完了，空了，付不出去了，破产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为什么年金改革大家吵得要死？是因为我们劳保破产的时间是2008年。我们的 PSR 还有五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我们的劳保就已经破产。那将来降到三会怎样？我跟大家讲，有一组测算的数字，当时候是把总生育率测算在 1.6， 那现在看起来已经是死率有这个超现实的假设了。当时候测算 1.6 的时候，你们2030年的那个2030年基本上就 PSR 23了，你们的劳保那个退休金年金跟健保的给付是合起来是34%，薪水的34%，再加上你们的所得税最低好5%，那你就要交39%，就大概40啊，40%。你一个月如果领3万块钱的话，你实际上你能够因为就有扣缴，你实际上能够拿到的就是30%×60%，1.8万。那你在台北市，你想看1.8万扣掉你的房租，跟人家一起share你是8000块，你是1.6万。这是第一次台湾终于达到欧洲国家的水准，缴税40%。那你看，你可以设想到时候你为了维持台湾目前的，人家的起步，欧洲起步水准跟我们起步水准可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缴费水准跟人家一样，但完全就是一个老化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基本上你们是没有希望的年代。那再加上那个非典型就业，因为你们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必须向中国的人民看齐，你们做不了，自然就会有人这样子做不了。好，那 PSR 为什么定在3？刚刚前面就稍微讲一下，那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可以不应该2.7？这里如果设算2.7的话，这如果设算2.7的话，你会发现说它的情况会稍微延缓一点，也就是说那一个发生的，比如说PSR 是2.7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就不用输入那么多人，因为我一个老人不需要那么多人来照顾，
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这跟李远哲一样啊，这可见诺贝尔奖也没有多有才是的。那李远哲说，为什么老人定做65岁呢？我今年70岁，我还是可以一样工作啊。是啊，你是李远哲啊，你是做中央院长，你如果去扛水泥，我看你70岁还能不能扛。重点不在于65岁、70岁，重点就是你一个国家人口的老化是越来越老，你要定67也可以的，你要定 PSR 是要到2才很危险，也可以的。可是重点就在于说，这是一个就是 parameter， 就是参数让你了解到说，当你这么老的时候，那个时间是多少，它会产生多大的社会冲击，那移进来多少。那至于我们是不是说经济成长好一点就可以不用不用怕老化，这包括民进党时代的经建会主委就是跟国民党现在就告诉你不用怕老化，只要经济成长率高就可以延缓老化。这个只有发生这个现象，就是说你的经济成长按别的国家经济成长，所以你钱越来越多，你财富比较多，那你可以从别的国家买便宜的劳动力进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经济成长可以延缓老化，我可以雇佣更多的人来帮我。假如把这个取消掉，假如我只看我们国内好，你今天40000块钱请一个本地帮你推轮椅，帮你擦身体，帮你照顾你，你经济成长率如果增加1倍，你平均每个人都赚80000块的时候，你去请一个人来照顾你，他要的工资是多少？一样是成长率。所以经济成长跟老化的问题是不相关的，除非再次假设，你要做一个超现实假设，就有一天我们科技，你相信我们科技可以进步到我们发明一种那个 iRobot 机械工里面那个机械人，它可以智能强到可以跟你聊天，可以照顾你，完全就是人的话，那人可以，那意思就是人可以制造出来的话，那就不会有老化的问题。新加坡其实现在目前做的方式完全可以避免老化，那个方法就是公积金。因为公积金它每年的利润只有20%，而劳工只有20%。OK， 那是清闲因素。我的意思就是说，公积金的设计基本上不会受到老化的影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账户，那个账户里面公积金综合型的包括退休金。那我存多少钱，我以后退休又就领多少钱出来？它有限制，然后那个一直没有跟着同等走啊，所以你它会限制你每次可以领多少。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为什么会老化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人要越交越多，越领越少？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要养老人家嘛。我们是这个时代交的钱，付给上一个时代。所以当上一个时代的人越来越多，老年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年轻人怎么办？当然就要越缴越多啊，所以我们年轻人会撑不住嘛。可是新加坡的公积金，它有问题，就像你讲的同样的问题，可是它会。这老化这个问题来讲，他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老人不是靠年轻人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理论上是这样子，不过就是如果你去细看新加坡数据，并不是这个样子。哦，你是说当年轻人对，因为他很多成长率越低的时候，然后他其实很多就是医疗照顾儿，因为他那个公积金的那个数额是很少的，所以很多那个国家应该负担的，他其实是推给家庭。所以现在为什么新加坡？那个家庭面对很多这个经济压力，是因为很多这些照顾的老人这种负担放在家庭上。公积金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由市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获得生活所需，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你的工资能够获得你的生活所需，包括你的医疗，包括你的教育，包括你退休。我从工作场上永久退下来以后。我有储蓄可以养活自己，市场一定可以供给你足够的储蓄，只要你努力工作。如果有人没有办法养活自己，那他就是懒惰。那有些人有很不幸的遭遇，小时候父母亲就过世了，生下来就残障，工作到一半摔下来，半身瘫痪。好，那些人是少数，那我们才用社会救助无偿的给他钱。这个就是整个就是相信市场的公积金，基本上就是国家不相信你会存钱去养老，所以我现在就强迫你的薪水里面一
定要把一部分钱存下来。那这些钱以后你退休了，你才不会孤苦无依，害我国家垃圾啊。那基本上你说的没错，就是个人家庭，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政府存在不替你个人的投资负担，你必须自己要去市场上赚钱。那意思其实是公积金存得多的，我薪水高，我存得多的，我对退休生活就比较好，我的医疗照顾就比较好。我所谓的他没有养老的问题，只是这个，他没有涉及到年轻一代要去养老人家那一代的问题，就是就财务转财务时代转的，他没有这个问题。那至于说有，他是会年轻比较少，经济发展更好，然后或者跟不上落后，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市场的问题。中国经济所产生，比如说这个很好，就是说人家讲香港现在。上次遇到林卓水，他说香港有点港，非常吓一跳，不晓得是不是哦？因为我们那人叫香港，会成为港，我不晓得这个港指的是什么，是说一个林主任还是什么？不知道。那香港实际是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你经济整合反而产生，台湾没有掏空你的那个自我认同，反而产经济的更强的那个香港认同。那林卓水先生哦。也跟你一样的，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那时候问他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民进党应该比较敢跳，应该比较奸诈一点，就是你赶快签订啊，你也鼓励贸易协定，你也赶快中资让他进来，那让中国整个控制台湾，那台湾的意识台湾认同不是越来越高吗？又不是你民进党最想要做的事情吗？香港今天会越来越强的危险，可是我要问的是，香港能力改变吗？他能选择的那个范围是多少？台湾要走到这个样子，我们台湾还有个好处是，我们不用走到这样子，我们至少就已经开始跟大对接。我们还有能力说服贸协定先停下来看看，不是说不要签，我们先想。所以，我要香港，他这么的靠近，他发现说他原来跟中国非常。没有办法相处，因为他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受到很大的冲击，原来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已经被改变了。那这是一个这个主观的感受，并不抵触说他们的选择范围已经越来越小。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就是让你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小，我不碰你的政治主权，但是我让你的社会的基础越来越好。所以你也许政治上你会越来越讨厌，越来越讨厌，有一天台湾的奶粉可能都被买光了，那你很讨厌，然后台湾的医院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待产的那个孕妇，你也很讨厌，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我要讲的是这个。好，非常精彩，把三个题组都化解了，我们在三位，好，最后面。叫林正久，我也是念哲学的。对蔡老师的这个，我非常推荐一些他的这个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我自己觉得，我也是一个，我自认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我们从左派的立场来看得清楚台湾现在的处境，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左派才会是超于蓝绿两边之后的政治论述的一个出路。可是呢，如果我把蔡老师的这个整个论述哦，这样来说，就是一个有台湾意识的。要怎么看在中美格局之下的台湾？如果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话，那我就不会只满意于就是说我把危机讲清楚，或者把危机告诉年轻人，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改变世界，不是只是把问题交代而已。所以从这里来看，我觉得会有一点落差，就是说，当我如果陈述完问题或分析完问题之后，我最后出来是两公约，是一些核心价值，是一些进步的理念。而且这些技术进步年龄是18世纪就开始提的，这就是一个策略上的锻炼。这里面至少有一些认识上面应该再被讨论两块，一块是说中国之所以崛起，其实是资本主义出了大问题。我相信资本主义包括它的金融危机，那只是表面，它的法治的问题，它的这种隔代债务的这些问题，中国现在什么底气强，就是因为它的政府，它中央政府的这个。政绩累，其实在各国都在买公债，所以资本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旧底，
来看台湾到底出什么问题。台湾并不特殊，您说这个 PSR 整个欧洲的国家或者英国、美国这些，他们欠以后子孙的债务比我们这还严重。那我们隔壁的日本那也不用讲，因为我对人口有一点点了解。第二个是说对中国的辩论，我觉得还是跟一般右派在讲还是比较简单化。我拿两个例子来讲，就是说连真正的右派，就是说像在金融时报上面写这些，他都说中国不大可能有全世界世界级的这些企业出来，而世界级的企业才真正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就是美军是美国的没错，可是像波音像这些东西，那这些空间也都占满，也都已经占满。这是右派的这个分析的方法。那从比较马克这个立场来讲的话，你看那个 Anderson 在讲两场革命，好，或者说苏联的或者前苏联这些学者在理解中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今天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比我们台湾一般左派来分析的更深入一点。那我简单说，我觉得我有一个人讲的东西，也许值得蔡老师跟各位来参考。意大利人，刚过世写那个漫长的20世纪的那个尔尼奇，他说哦，这500年是例外，这500年呢，基本上都是炮管最大的、金融权力最强的、跟制造业最强的都是合一。可是最近的这战后，因为特殊的原因呢，这东西分了，金融的权力跟这个跟武力可能还在美国，可是积累的中心在东亚，而从日本开始，四小龙第二梯，最后以中国为一个中印的崛起为一个教宗，所以这有一个 lesson 比较长的，像您刚刚讲的 Prodeo 讲的比较长的历史的图像，这样去理解中国，而不是只从台湾我不喜欢中国这样来理解中国。所以我说认知上面，一个是理解资本主义，另外一个是理解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回到我刚刚提我自己觉得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一直 worry， 一直在焦虑，一直焦虑，真的，到底我们应该把这个焦虑灌注到什么行动上面去？要像吴老师建明在提的这种公民社会这一块，我自己就是有提倡，我很赞成。那我就觉得这一块呢，不能只有台湾的一部分人做。我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就是说我有一次把这些这所谓共产党这些青年干部就带到那个马场厅去看，结果他们一看到马场厅，他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叫烈士陵园。大家知道烈士陵园就类似我们兄弟的慈恩的。我说你再想一想，这就很像你面对镜子的时候，你在面对镜子拿起左手，其实镜子里面是右手，他搞错了。这个如果在中国大陆是反右纪念碑，这个在中国大陆是刚刚蔡老师讲的是应该三反五反，那个大跃进的时候死了5000万人的纪念碑。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台湾有诸多不堪的事情，或者很多不顺的事，或者台湾的一些蓝营的政治人在中国面前完全抬不起头，我们的经济学家说我们就不可能像你们那边那么有效率。可是这个看起来狼狈的台湾是已经上岸的台湾。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真的不晓得，我要讲再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共产党或在中南海那些人，看到台湾国民党后来做的这些事，或者被迫要做这些事情的，其实睡都睡不着觉。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的公民社会的这个力量，还不能只是像我们这些关心环境、关心劳工、关心整个台湾就是一个大文本。其实这个拿出来，真的可以让中国现在少做点坏事。这个部分有待，这是策略上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第二部分我觉得姚人波要拐一点，可能要拐一点。好吧，我就简单讲，我觉得有四个部分在策略上面应该被合一。还有四个？对吧？我就简单说这一个是什么呢？是对民进党的批判，拿不到政权都是假的，这么不上道的民进党，就让国民党继续做下去，台湾就永远是民主学校的初级班，没有办法从小学毕业。第三个是什么？我们背后好像很多人都隐含的关心是一个产业民主主义，这显然不是应该是我们左派的看法。我们希望 ATT 更台湾一点，这期待是错的。你觉得三星就一定如何吗？三星现在中国的行为，你去理解，就它不完全是韩国的企业，所以我要多关心一点产业，刚好是社会人文学者最弱的这个地方，跟区域发展的部分。最后还有一块是地缘政治，我跟各位说，我们亚洲的邻国都做出还蛮好的这些示范。缅甸最近的变化，新加坡会一边停美国的航空母舰，一边继续吃中国的经济大饼。韩国也在做类似的事，马英九是不是做这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值得大家来评估。关键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台湾的国家这个治理上面没有什么突破的话，才是我们在两岸上面面对中国的时候底气弱的原因。
好，谢谢。第一位啊，我们以刚刚那位先生为目标，不要超过他的时间。这一位先生好。对。我讲老头子讲话也特别好，就他的社会经验特别好。他活过独裁，活到现在目前民主。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爸爸那个高三的校长，他本身也学三门，他有一天突然讲。他向这个瑞典、挪威啊、丹麦等国家，社会主义搞得这么好，也不储蓄，不乱花钱，啊，把钱都花光了，这种国家，现在看着不错，将来一定垮掉。那个时候大概是只有几岁，十岁左右。现在我七十几岁，我们快要垮掉了，瑞典没有垮掉，挪威没有垮掉，丹麦没有垮掉。挪威的国民所得8万多美元，瑞典国民所得跟丹麦差不多6万多美元。那么，刚刚教授也讲，一旦暴打2个3个小孩还养一个老头子，这国家就完了。所以，我告诉你答案：瑞典现在目前25%的老人65岁以上，挪威25%以上都是老人，丹麦。25%以上都是老人，老人过得非常好，年轻人过得非常轻松，不像我们这边年轻人做的累得跟王八蛋一样。那你说我们现在目前失业率多高？3%、4%，哎呀，太高了。瑞典、丹麦、跟挪威的失业率都超过8%，比我们多2倍以上。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因为瑞典思想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思想。用人来养人，最好是我一个老头，下面有500万个老年轻人养我。我告诉你，这种观念错误了。印度他们的年轻人远高于老人，生活穷到跟王八蛋一样，就可以推翻这个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用事实、经验跟实验来证明，用历史来证明。那么这瑞典、丹麦跟挪威，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我又不是瑞典人，我也不是瑞典学家，这个专家，这个、我怎么知道？我就是考生，喜欢听演讲。我到过第二个中心，曾经参加过一场演讲，是一个瑞典的军事经济学家娶了一个我们台湾的女孩子，所以他会讲中文，我就听懂。那养人不是靠养人的，不是靠8个人、20个人养一个老婆，不是的，是靠什么？是靠物质。物质怎么样生产出来，可以靠人生产出来，跟印度一样，那是笨蛋。要像 IKEA 一样， IKEA 用什么生产呢？是用机械化的方式，用自动化的方式，用仪器控制机器，让机器自然力替我们生产。他们那个种田农田是用飞机去撒农药，撒这个种子，让它大地自然力把它农产生。所以用很少的人，运用很高科技的方法，可以大量生产的你吃不完的食物，你用不完的柴火。好，我想这，我想讲到一半了，他的理论已经崩溃。好，这是一个很深的挑战。那我们再一个，曾老师。我在里面可能有一点回忆。问题，首先对刚才林正修讲，我其实有点疑惑，因为，不论是两公约，已经用两公约来规范两岸经贸关系，如果摆到欧盟的例子来看的话，意思都是说，我们的人权政策和经贸政策必须结合，后面一整套制度化的运作跟策略。我想是林正修没有研究，而不是说没有后面没有策略观。那至于林正修现在正在推动的海西经济特区，基本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经济统战的一个做法。那个是不是符合台湾利益的经济策略？我觉得有可以讨论的空间。那么经济民主主义是不是左派？有很多左派是可以非常国际主义的。我想
这点，洪正可以阐述一下。但是另一方面，我这个也可能要询问一个问题，说，如果用勃兰尼的这种双重运动的观点，那它其实预设了一个说，这个社会里面，公民社会的力量是可以制约资本的运作，所以才会有双重运动，有资本的市场化的运动，那同时有公民社会的社会规范资本的这个运动。那以台湾现在这个状况的话，照你所看所量产下来的，那么勃兰尼式的这种双重运动里面，这个社会的社会制约的面向，还要如何能够有效变成一个社会规约的力量？我想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那个辩证是不是能够完全展开，或者它展开的时候，如果公民社会的力量是不能够在某一种民主的方式之下凝聚成一个有效的反思的机制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双重运动的可能的结局，因为勃兰尼有提到双重运动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法西斯，就是说你社会的反制力量如果是被政治的高压的力量压制住的时候，在政治上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也许这方面也许我可能要向您请教一下。好，谢谢。我们有两个比较学术一点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建明老师应该也快安排不住了，我先让蔡老师回答。好，那个因为领导在一个地方嘛，所以我不敢称呼我叫左派，不然会要骂人。那是，我觉得我是马克思主义。那我们认为老师也有派。那我会这样讲，我觉得我不想是左还是右。那从那个左边的人来看，我都是右边；那从右边的人来看，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当我跟大家讲所谓的社会民主的时候，我都有明确的经验知识，经验案例的知识，台湾的建筑，台湾的年纪。那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要找寻的是台湾定义的社会民主是什么。你不能说台湾社会民主强的是北欧。我们台湾跟北欧完全不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的脉络。简单的讲，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基本上是税收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人是生下来就有社会权，生下来就有不必钱的教育跟不必钱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失业的所得替代率是很高的。那所有这些非常优厚的给付，它是立基于什么基础？两点。第一个就是其他人要交很多，就领给付的人要很少，大家如果都领这个给付，那就垮掉了。领给付的人要很少，缴钱的人要很多，给付才会优化。那领给付的人很少的意思就是就业率要高，所以80年代以后他们的去工业化的确对他们的福利制度是造成冲击，这是没错。所以他们的所谓的普及式的给付优的那一个税务制度，其实慢慢修正成比较是讲究社会保险制度那一种缴费跟给付要有一点对称性，往那个方向前进，但是还是维持着这种社会权的方式。那第一个就是说你就业率要高，失业率要低；第二个就是你要高税收，大部分人要交很多钱，你才能让少部分人有个很优厚的给付。高税收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曾经到70%，现在也要60%。你要来台湾人缴60%给政府吗？第一件事情是你相信这个政府吗？不要说好像有钱吗？你相信民进党或相信国民党政府吗？你相信你缴60%，他会好好去运用吗？那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本就不是台湾老方式，我们是社会保险，不同的制度就会决定你不同的社会权的概念。
社会保险可以非常往社会民主靠近，就是说你社会保险可以像台湾的健保，台湾的健保跟瑞典的，台湾的健保很有名嘛 ，ABC 的那个 Health Utopia 那个健保乌托邦里面就说台湾是第二名嘛，仅次于瑞典嘛，那高于其他北欧国家，因为我们的健保缴费很低，给付很高，普遍纳保，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啊，生病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没钱，你还是可以就医。这一点来讲，你就很接近所谓的社会民主。你生下来不会因为没钱就病死，医疗是一个人权。可是我们年金不是啊，我们年金明摆着就是很过去保守主义式的做法。所以台湾的所谓的我们所谓的 social democracy 一定要台湾自己的意义，至少普遍纳保、给付优厚，这个是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年金就算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这次年金改革曾经建议，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就是至少年金改革要确保的劳保来讲，也确保的所谓的替代力，要是对最底下的三万块以下，我现在不是在争论三万块以下，它的那个基数要是1.55啊，还是1.35啊，他们在想办法在调。三万块以下的人，你都要确保他的基本有尊严、体面的生活。所以三万块以下的人，你的所得替代率一定要拉高，不足的地方一定要让高所得人来补。所以我们所谓的一个台湾的社会民主的改革，一定会牵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租税改革。台湾的税收不管哪一个党，它一定要改变的。像现在这种租税改革，对资本利得如此之轻忽，然后对整个。哎，我刚刚有一个图，我没有特别跟大家强调间接税，台湾的间接税，你可以看一下，再往下，往上，台湾的间接，对，在台湾的间接税，1981年间接税要9.1%。一直减税的结果就是到了2.6%，所得税减少了从6%变成5%，然后12%变10%，大家都说这个对老百姓好像有一点好处。我告诉大家，你少的是少钱，你减的是一点点钱，你的2%是一点点，你知道那个高所得人的2%是多少？所得税的减免是对那一些那是累退，那对越高所得人是越好。所以台湾的社会民主，台湾的福利制度、人口老化跟产业政策跟税收这四个一定是卡在一起。我不晓得我自己叫左右还是什么，我知道说每一个政策的健保制度跟年金制度的改革，一定要涉及到国家必须投入更多的钱，以及资本家必须付出更多的钱。那至于他能够付出多少，以社会保险来讲，社会保险基本上就不全然是主办的钱，因为你有缴费，你才有权利。那你缴的越少，国家负担越多，它就越倾向那个财富重分。但是你如果缴的越多，国家基础越少，那就是你就靠自己能力嘛。你买得起这样的一个保险的产品，最主要是最典型的是商业保险。商业产品就是保险是一个商品，你买得起你才有那个保障，你买不起就没有保障，那是商业保险。所以社会保险它在这两个光谱之间移动，它一弯刚好就是社会保险。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期待它是越来越走向是普及的纳保跟给付的优厚。这个过程里面是由高所得人来做。就这一点来讲，如果说这个叫做左的话，那我是左的倾向。那张敏提到这个布兰妮这个大波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张敏每次我去演讲的时候，他都会问我那种大学教师才会讨论的问题。上一次在民进党的会议里面，对着一群政客，我们两个在讨论那种 Ricky 的那个 long duration 哦，绵延这样子，还挺有关系。因为那个政治人物都一愣一愣的样子。的确没错哦，那个 Flyme 的那个双重运动，就是一方面你有商品化，一方面你会抵制这种商品化的运动。这个抵制里面哦，不一定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社会民主，不一定，它可以是非常负面的。说法西斯政府就是一个把这个国家完全从金本位的经济哈，那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从这个市场里面切断，自己国家形成一个他自我调节的力量，只是他控制的方式是一个威权国家直接下来，他不是公民制，他是威权国家。他
台湾社会有没有这种公民自觉的能力哈？结构上的分析我觉得很弱，基本上不是没有。那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力量呢？就看下一代的年轻人对他们悲惨的命运愿意忍受到什么程度。你如果愿意继续一直忍受到让人家来任意操弄你的生活的话，公民社会的自由力量就没有了。啊，还好，还有看到很多。如果不是因为我体力不好，我也会去跳捷运的铁轨，我也会去大那看一遍那一种。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出来支援这个，他们跟他们没有关，大埔他们也是大埔居民，从里面他们也是无烟居民，有这些人出来，啊，那就是台湾的一个力量。啊，看台湾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在目前的结构上来讲，我觉得它很弱。为什么很弱呢？我刚刚谈到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就是台湾一直希望通过它经济上的力量去换取主权的那个优势，换取主权，换回来主权。而我要讲的是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以前可以是因为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现在中国已经进来，那个扇子越来越大。你这样搞法的话，刚好是让他来对你的主权进行侵略。所以现在台湾的对你主权的护卫，唯有建立在内部的社会团结。那这个社会团结，我认为要通过我们的社会福祉建立起来，让每一个人在就医的时候都可以知道说，你之所以生病而能够得到医助，得到高水准的医疗，是其他的同胞帮助你。这一点非常清楚，是因为我在访问台山的过程里面，当然我那个三年前我们资料研究了，我想现在南京有年轻医院啊，台湾的生意也去那边开，那我不晓得现在是怎样，但当时我访问台山的时候，没有一个台山动手术，即使是多小的手术，动手术会留在中国大陆的。有一个台商是半夜盲肠炎发作，他一定要忍着很痛很痛很痛，要赶买机票，赶搭飞机回来台湾动手术。那不是钱的问题。我访问过中国那边底层的那些都市里面的医疗单位，他曾经来台湾受过训，他说重点不是在于中国的医疗设备跟台湾的落差，那些重点是在。重点是在于台湾医疗体系对人命的看法跟中医是有落差。他说他当然是很客气，他说他落差至少五十年。那我的意思是，通过你的年金保险，你退休你死亡，你的同胞会支持你。你生病的时候，你得了白血症，你可能以前你都没有机会，你现在有机会被医疗，你的同胞支持你。你的生病每次看病就是在做每次的公民保。你知道你有人，然后你帮他支持。我认为，就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晓得要阻碍这一块，但是我知道这是我能够去建议的事情，就是从这两个主要的社会福利制度去培养台湾人彼此的社会团结跟彼此的社会信任。这个是我可能想不到的办法。你问我说，台湾的左派的管理制度一旦要怎么办？我能做就是这么办。啊，如果我提议又更好一点，就重去接口跟你们冲撞。好，好，我们还有时间，所以我们还有一轮啊，三个问题。好，你好。我这里的简单问题是关于那个乳腺的老化问题，就是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好像讨论到那个好像讨论到那个输入输出问题，可是这个输入人口的问题，因为老化这个部分，然后。的结论是，就是，就文化上，或者是语言上相近的，中国是一个可能。可是，这个假设，我觉得问题的地方是，好像中国都没有人口问题一样。当我之前看的书里面，他们有提到，就是中国人口问题会在就是这一群现代化的人长大以后慢慢出现。那我如何期待，就是，所谓的中国可能是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解决？谢谢，这是第一个我的提议。好嘞，老师，抱歉，那个我问一个结构性比较大的问题，但就是说在
西方这四五百年产生了非常多学术上面的一些想法，那可是说像是民族主义或主权的这些概念在中国亚太地区这个无法完全的实施，那我们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是否能不要那么强调主权，因为我们实际上面台湾人是自己统领台湾的，我们应该学习像管子说的诸下亲而不可弃呢，虽然是说在整个中国政治思想被两岸三地的政治人物滥用，那我们能否保持着一种开心的就期待的心情来期待说诸下亲而不可弃这种并非强调主权而是强调自权的概念能够实施呢？谢谢。就是第二个问题，谢谢。哦，我问一个没有提问过的人。我上礼拜有去这个小英基金会办的这个人民币的演讲。那其实刚刚讲到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可以，那要怎么去影响台湾？我可以举一个香港的例子来作为一个回应啊。香港那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不太喜欢使用人民币的。那大陆人民币的流通其实需要。学很多的管制，比如说不能够对外负债，或者是不能用外国的资金去投资中国的市场，而是要转换成人民币才可以。所以香港在陆客来到香港去消费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去把这些他们不想收人民币，这是第一点，香港人就不想收人民币。那这些人民币要怎么去转换，然后让香港人愿意去生产东西，然后让这些大陆人去拿到，去进行一个消费，那这时候就由这个中国银行它去指定特定的商店，那些商店收了人民币之后呢，这些人民币呢，这个中国银行再去发行很多公债，把这些人民币收回去，就形成了一个回转。那我在那一场就是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研讨会上面呢，他们中国那一方的说法是说。我们他们企图把台湾变成一个他们人民币的离岸出口，然后试图让人民币呢去拥有一个全面性国际化的一个可能，然后试图把人民币打造成亚元或者是这个 INF 这个是 SDR 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就是人民币来影响台湾经济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件事情了。那老师提到说关于这个从社会福利然后来改变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态，那我们一定要想到说，我们要去改变这个社会福利，一定需要财政，那财政一定需要钱，一定需要预算，那这些钱和人民币又是如此的紧紧的关联，那我不知道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拒绝和中国来往，那我们要怎么去拒绝，或者是我们要在这次中，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说，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在想到就是上下世代之间这个人口老化的一个问题，我们会，有一个疑虑，就是所谓的没有一个信守承诺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去规划老人年金好了，那我们规划一个法律的数字，那我们都知道法律的东西是死的，它数字已经定好，或是一定的比率，都可能会因为那个年代货膨胀，或者是那个年代的货币政策。而有所改变或缩水，例如说日本最近这个安倍政权，它不断的去印日本，不断去印钞票，那一方面来讲，他们老年人能够拿到的钱就变少了；那一方面来讲，他们经济也是慢慢可能会复苏或怎样，我们都不确定。不过，这样的一个财政规划，它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道德危机或道德风险，那这应该如何去避免？以上两个问题，谢谢。好，非常谢谢，这样子三个问题，那我们请蔡老师回答。哦，那个第一个是老化移民啊，中国人口啊，中国到底多老化？基本上你如果用计生委的资料，他说总生育是1.6，那个是公认错误的数字。那因为计生委一直在强调他的业绩嘛，他的业绩就是生育率一直下降。那你知道一胎化其实它只是比较严格的在都市里面实施，农村。没有那么严格的接受，而且它的实施的时间不是太长，1979年开始啊。那所以，我遇到的几个中国的人口学者，他们如果要去
访查一个地区的那一个生育到底多少，都要自己直接做调研，他们没有办法去直接引用既收集的资料，这是一个。那从他们做出来的那一个总生育率来讲，我听到的数字大概是 1.86， 如果是 1.86 的话，基本上中国的老化是还好，还好，那个大概是我们1983年的水准。我们总生育替代数字是 2.01 嘛，那 1.86 基本上是可以的。好，那即使中国有所谓的未富先老啦，一胎化造成的那个421的问题啦，工厂的问题等等嘛，你要了解到中国的 size， 台湾我刚刚讲出来，我们一年需要300,000人。那个对12.6亿的人来讲，你200,000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的数字，它完全可以为我统一大业每年提供给你200,000人，那是完全没问题的。请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对中国来讲是没有发生过事情。中国他们有所谓的那些我的学界朋友，他们在做所谓的 population security 人口安全。什么叫人口安全？你知道吗？把汉人移去西藏，把汉人移去新疆。一到一定的程度，新疆就，他们做这个已经做得很熟练，所以，你认为说台湾没有这样子吗？我们的路配基本上已经是个外宾，所有东南亚的价钱大概就跟你别人差不多。这个不是国家的政策，这是台湾自动自发的结果，都已经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的 size 它可以完全不用去估计这个。如果要真的做这种事情，他是有能力做的，完全有能力。那个比用经济贸易买下台湾更有能力，因为那个是12.6亿比上0.323亿之间的差别。第二个，民主主义主权跟自权，你这个想法做的是应该会蛮高兴的，就是说，我可以允许在联合国有一个席次，只要你承诺两岸终究是同。那你是有领土的。我的意思是说，不那么强调国与国的关系，就是说在东南亚上面仍然会有许多问题，然后许多领土的纷争上，那在领土的纷争上面，包含缅甸啊那些交趾之南那些地方等等的，都是有曾经出现过的。那我们是否应该先不那么管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实质上面是拥有台湾的。对，也是这样。我们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调查。这问题就来了，这问题就来了。好，第三个人民币啊，一国的货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啊？它有可兑换性，而且你看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持有，这不是你自己国家说了算。那一旦人家愿意持有的话，货币国际货币的持有，它有具有那一种边际成长的效应。就是越多国家愿意持有你的话，那你的效益就越大，你就越容易吸引其他国家持有你，因为那是好用。所以这种制度的惯性啊，这种路径依赖啊，让美元基本上是人民币到目前完全不可取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知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吗？我今天石油要美元计价。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要改变一桶石油的价格，它有没有伤害到我美国美元的价格？直接伤害到，所以我美国当然要出兵去干涉，拯救伊拉克，拯救科威特，打败伊拉克，我一定要有全球的军力啊 ，military power 军力，去干预任何足以影响美国的这种因素，所以要维护一个全球的军力。可是我的想法是说，在一个走进亚洲金融。在这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我们在此之前或者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之前，我们都是以美元作为这个国际的货币，大家都承认是。可是因为美国它为自己的经济，它其实是非常自私，大家也都晓得这件事情，老师有讲到嘛。所以在美国发生了这两件事情之后，因为人民币比较稳定，所以呢大家慢慢比较能东亚地区的国家慢慢比较能够去接受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在这几年已经有一个持续性的，就是让它变成国际货币的一个趋势。这个是中国政府的 wishful thinking， 他希望这样子。那他这个希望到底有多少现实性？他希望国际贸易的过程里面以人民币来计价，可
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我跟你买卖这个东西用人民币计价，然后我买的物料的话，我跟谁？我跟日本、美国的日本人进口的话，我用日元计价吗？那这些你用中人民币计价跟日元计价，这个过程里面对他来讲会太复杂，那汇兑的风险会太高。那你减低这种系统性的风险，就是采取一个国际基准，就是美元。所以人民币如果要人民币，不要说国际货币基准，人民币连亚元都可以。你看亚元为什么日本说要提，但是亚元日本人提出来要谁反对？美国反对。那这个基本上美元在今天是完全没有办法被人取代。那主要有很多对抗性，国际金融、全球军力、全球政治。你可以讲说美国有铸币力的，我就一直印美钞就换你的物资啊。可是美国人跟你讲，我提供了很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你的台湾海峡不是我在维持的吗？巴士海峡不是我在维持的吗？你的国际政治不是我出来？美国老大哥，我们今天我们中秋案子不是上到白宫去上班吗？你不要笑人说我当然我没有白宫上班。美国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的那个均衡的组织，让大家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所以他可以要求你要付钱，就是因为他做了这样的那个基础。好，那个福利财政啊，这个有一点远了啊，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福利制度跟财政完全可以脱离人民币，这是我们国内财富转换变的问题，所以这个。然后第二个年金财政的规划。年金财政规划里面，你要了解到那个给付率哈是有计算难度膨胀里面，那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算式。所以理论上，如果政治人物愿意照学界的推估的话，你讲的那一些因素是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你领的给付基本上是换算成现在的币值购买力，它是这样计算的。我们年金改革的出问题，是因为我们政治人物乱七八糟的结果。他没有用一个长期的财政均衡的，就是财务均衡嘛，保费跟给付之间因为人口那个组成变迁而必须做怎样的调整，他没有按照那种方式来做。当然你可以讲说，按这个专家的意见不见得一定要完全接受，我们的人民可以自行人民组成，我们可以进行选择，这是对的。专家算出来的保险费率不一定就是死，就是应该就是。那可是我们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人民是不参与决策的，是比如说我们的劳保的一点零五是当初两党在立法院用喊价，那些立法院根本不晓得他们喊什么，然后就决定的事情，这个才是我们整个所谓的社会民主最大的危机，因为我们的民主政治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有有效的公共参与，实质的公共参与，那个问题是出在这里，而不是出在那个财政规划里面。好，非常谢谢蔡老师的回答，我们现在还有时间给吴建明老师。谢谢蔡老师，你好。我蛮多话想讲，因为刚刚那个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而且我注意到各位的眼神都非常的亮，就是专注的在参与这一场沟通，那真的是精彩无比的对话，所以我不可能什么话都要插进去讨论吧。但是只提一下，就是刚刚林正修有发言，然后郑道明发言啊，那我顺道介绍一下，他们两位都是我们论辩中国因素系列的主讲者。昭明是第一场已经讲过了啊，讲这个天朝主义。那正修会在秋天的时候才会讲他的一些他过去这些年跟中国交往的各种经验有个总结。那从他们两位的对话啊，针锋相对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们两位的很多想法、看法啊，背后的政治哲学的预设可能都不一样啊。那从这里可以看出说，我们这个论辩中国系列真的是蛮多元开放性的啊。我们邀请了十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这个系列的讲座啊，就是想要把台湾现在我们认为第一线的最优秀的中国的研究者。两岸关系的研究者、观察者跟参与者，我们希望能够聚在一块，然后呢，为我们怎么样去对应中国，怎么跟中国交往，怎么跟他网络啊，怎么去 engage China 的这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可能是未来50年、一个世纪台湾必须不断面对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提出一些不同于现在的政治市场、舆论市场上面的想法。所以基于这个考虑啊，我们这个系列啊，就尽量去包容不同的啊见解跟声音啊。那希望可以从不同方向刺激我们去思考。那刚刚呢，后面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提说啊，好像说啊，台湾啊怎么样那个叫什么拒绝跟中国往来啊？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绝大多数都没有的这种想法，是我们要主张拒绝跟中国往来。而且我们知道这种想法也是非常难以啊，太天真，我们不可能啊不跟中国交往。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应该怎么跟中国的交往是比较健康的，然后比较不会每天活在恐惧当中的，比较不会活在每天的焦虑跟无谓的烦恼之中的。然后呢，我们跟中国交往，怎么可能把台湾经验更好的跟中国的公民社会能够交流？然后呢，我们台湾的公民社会怎么样可以跟中国的公民社会、跟中国的 NGO、跟中国的维权人士有更多的在人权意义上面的提携？那这个是基本上都是我这几年来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从台湾的公民社会出发，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中国，然后呢，能够跟中国的公民社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但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我们都知道，尤其是过去五年来，太多的注意力太多的焦点都围绕在，就是就两岸关系上面来说，注意力都围绕在以国共两党所展开的合作的模式。那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那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人都对这个国共架构下的两岸关系的开展的模式都非常不满意而且带来了各种内外的危机跟隐忧。那这个也是我们论辩中国系列论辩中国艺术系列想要去寻求解答的方向那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做太多实质的这个回应跟参与讨论。下一次八月十号我们请另外一个讲者，就是李志德，他的笔名叫做李卫，是台湾一位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会来跟我们讲两岸关系当中新闻媒体的因素啊，所以下一次八月十号，请各位那个早早进场啊，免得又坐到后排去。那现在这边请叶浩老师帮我们收场啊。也不需要收场啊，就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们现在正在参与的是历史，因为这场论辩中国艺术揭晓，也就是非常的一本书。然后呢，所以大家的参与，然后提问呢，可能也会直接影响到讲者他之后回去再做书写之后要出版的这篇文章。基本上这个提问都是非常有用的。那我今天我讲的我感触到很深。然后因为我是负责开场跟说场，所以我尽量克制不要讲到任何其他没有主题的话。但是呢，如果大家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就是有的还可以留下，还可以跟两位就是吴老师还有蔡老师，还可以跟他们再讨论一下。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然后希望下一次的中国艺术还可以看到大家，谢谢大家。